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的生活频道，这是一期常规节目。我是龙马，我是萝卜，我是博亚洲，我是四少，哎，我是小 game。好，但是常规节目呢，这是一期和游戏强相关的这个和假游戏有关的。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个节目是我提的啊。嗯，最开始呢，就是这个魔兽不是恢复国服不是回来了吗？嗯，然后跟他玩似的。紧接着呢，《最终幻想14》好像也出了新的版本。对，我就感觉最近一两个月呢，办公室里打网游的人特别多了。嗯，就是最后两个月吗？上号，就这两年不都高强度的，大家都高。那我自己是一个大概在魔兽的10.0吧，那个版本10.0，最终时代是上时代是上版本啊，那就是9.0，暗影国度，暗影国度。不对，还要再早。军团在临8.0，军团恨不得军团在临了。军团在临是就是有没有大米啊？8.0没有，没有大米啊？8.0吧？德兰诺之王没有？德兰诺之王吗？7.0有的大米。对，德兰诺之王是吗？啊，8.0是正麦达拉斯，7.0是哎不重要，反正就是我有一个挺长时间没玩这个网游的人。其实我压根儿就不玩网游，几乎魔兽世界是我唯一玩过唯一就是真正玩的网游，玩过的倒是有一些，嗯啊，唯一真正玩能玩下去的这个网游。所以或者说 MMO 吧，对，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是其实我们是想聊一些这个，因为网络游戏有一个特重要的特性，就是这个社会性，对啊，想聊一下在 social 在网络游戏里就是遇到过的自己或者自己经历过的这种有意思的事啊，或者事和人啊，对这些事啊，但是就是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呢，端正自己对这个自己曾经玩过游戏的这个态度啊，特别是最近就是玩的越多越骂，我知道这玩意就是这样，就是玩的很深入，然后就觉得哪个版本不行是吧，然后就狂骂，就是这期不包含实际对游戏的探讨和这个游戏的吐槽，还是聊人行啊，是我们常规节目游戏外的东西内容。对，那我能先好奇问一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家吗？是这个也是我就是想聊这个事儿的，因为我好像没在任何节目里提过，也没人问过我，没人问过，自己说吧。就问过好几回，我是一个跟网游特别没向性的人，完全不玩的人，能感觉到啊。但是为什么就是长时间的玩了一个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我结合到我自己，应该是和那段时间我个人的这个就是生活的经历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能体现这个网游的一些特性。嗯，就是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也还是在玩 PS2 什么的，嗯，就那时候好像还在打生化4之类的，就那个年代的东西啊，什么战神，什么鬼泣，然后核心装备3好像是，对 PS2 的这些啊，就那些东西，那个。寝室里最受欢迎的是《战国无双》啊，《三国无双》当时是四还是七？我玩三四啊，狂刷。然后要不就是跟那个同学玩实况，就是那个我还是玩那些。然后后来，零魔兽是05年吧，06年有魔兽。当时是啥呢？是我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呢，大一的时候也是积极参与什么加社团，去学生会，然后这么积极也不逃课，阳光大男孩去学生会。然后在学生会呢。当时我刚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算是老乡吧，也是长春的一个就是学姐啊，然后他就是说想特别想拉我进他的那个什么社团，我当时都忘了什么社团了，我当时加过什么舞蹈社、街舞社，那时候流行街舞社，这就是街舞啊，什么吉他社，我都不会弹吉他，加什么吉他社，然后还参加学校足球，那进去干嘛？弹被子去？参加学校足球队？没有。进去之后就是就像那个体育社团的那种什么就是干活的人似的，就你那个他们叫干事，学校里啊，就你进去之后你不一定非要会这个或者从事什么行政口，对，你可以走这个行政管理这条路也能上去啊，他们也有些什么副会长什么的也不会谈，也不行。然后就是这样开始，就是进大学嘛，就是混这些东西还挺好玩的。然后那个没事就会商量说那个哎给那个谁送点礼啊什么的，就是哎，这套开始挺高兴。然后后来到了大一下学期之后，就是我所有的在大学里这些社会活动都非常受挫，嗯。然后就是在那个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去四点半生化大戏那套，比如去那个去学校那个球队什么的，没人好好训练啊，都在就完全社会那一套，嗯，就是什么就是跟谁处关系什么的，通过这个认识人，
什么的，就没有人真正好好的去干任何的，去学个东西什么的，具体的事儿、嗯。然后那个社团也是，进去之后，你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哎，有人罩着你，你连吉他都不会，进去就是干事什么或者是什么，甚至有的就是他能拿个更什么头衔什么的。然后很快就重组了，人家说这不行，然后又来一个新的管这吉他社，马上就前面这就空降了，就前面的人恨不得你得重新报名一遍，嗯、你都不算这个团的人了。OK，、啊，包括街舞社也一样。就你先去活动，第二天你就重新报名了。那这么逗。然后那个学生会 这就是大学校吗？日结、哦。然后学生会也特别的，就是搞人际关系，就是说那种学生会是。咱们之前录过一期那个就是东北的那个节目，嗯、然后那个仲青给整一个词儿叫什么社会性失败。就是我在大学大一的那两个学期里，就特别严重的感受到社会性失败这个事儿，就是混不动、啊，混不动。嗯，你不会搞那一套，你看到那个学长，你也不会说好听的，嗯、你也不会给人家送礼，哎、不会给人家那个什么，不会来事儿，不会来事儿。嗯，对，就是对人那个学姐想拉你什么的，然后你也不会跟人家这个什么救火，嗯、有什么事儿叫你也不去，然后你反应也不对。哦、不会巴结，不会什么，就是我特别讨厌这些东西、嗯、全都来了，然后就完全就是在大学里就是失去了那个正常的、嗯、我向往的那种社会的那个社会、嗯、那电脑游戏给我救了，然后这个就这个东西我在这个魔兽世界里全都、就是、找回来了， 是一种代偿、嗯、就是你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你失去东西，就是在这个游、嗯、在这个游戏里全都给你，而那个阶段魔兽世界是强交互关系的，特别强，四十人团，四十人就是融合之心 BWL 那个是六十级的最后中后期开始 BWL 那个开始安琪拉和那个安琪拉拉马斯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拼的就是工会的组织度、嗯、对，那个时候有 PFU 工会占比能超过一半、嗯、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我讲过，当时打纳萨马斯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这个工会的人要定期的有一帮人去打一个另外一个团队副本，然后拿一个奖励品、嗯、在你这个你在你们这个主力团去开荒的时候、嗯、他们负责给你挂龙头，挂这个去给你加 buff、嗯、加 buff， 而且那个要跟其他工会协调，因为那个城里是只能一天挂一次，大家都是挂，今天你们这个就是那个服务器里有那么几个正在能开荒冲进度的团，那时候甚至服务器里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对，就是咱们这个服务器有那么 ABC 三个团是能冲的，对，所以要帮助他，他们有一个交流的那个，当时都没有那种现在什么，就是有一个当时每个工会有自己的论坛啊，对，然后我们在论坛上发公告发什么，然后发那个攻略、嗯、啊，就是我在那儿混、嗯、混，就是混那个混关系，也不是团长，但是比如说我是盗贼、嗯、就是所有盗贼都归我管，哦、啊、今天今天谁打谁要用什么天赋，狙点兵长装备分，然后那个负责在攻略上发说怎么提高输出、嗯、然后哪个 boss 的攻略怎么打、嗯、打开荒哪个 boss 之前，就是我都看了好多遍怎么打这个 boss，而且 DKP 得挂那个论坛上，我记得、就是、对，有一个系统、哦、得挂那个论坛服务器，有一个系统，然后包括调节矛盾啊什么的、嗯、啊，对，然后就是所有你的社会上的社会性的行为，然后每天在那报名点名，然后谁谁几点没来什么扣 DKP 什么的、嗯、就弄这些事儿，扣你五十 DKP、啊、但这个好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的环境，是的、嗯、就那些这个那种就是你想给别人塞点送点礼什么就都不好使，跟谁攀关系都没有，对，就是靠硬实力，你想要的那种社会环境，按时按点来，嗯，然后打得高，打完之后数据高、嗯、你就牛逼，对，是的，嗯嗯啊，特别是盗贼又是这么一个对绝活职业，就是网络游戏给了你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嗯、就给我至少要强的环境，就跟朱老师说过了，就是你对你把时间花进去你好好干，你毕业之后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事儿，有四十人为了一个事儿都努力、啊、他也讲过这个，对对对，我们当时、嗯、当时大家都特别就是特别上劲儿，是的，嗯啊，而且那个当时纳萨斯那个副本真的有强度，我操，就是打一个 boss 之前、啊、满世界这四十人第一个纳萨斯就这一个团四十人一起满世界跑加一圈 buff， 每个人就身上是二十几种 buff， 然后到这儿打就这一次失败了，今晚就完了、嗯，因为那东西不可能加第二次。当时在东瘟疫之力能他妈进去就不容易了。这个说的是六十级的纳克萨马斯，在巫妖王之后，纳克萨马斯又挪走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头有一个蘑菇的那个区的最终的 boss， 那个瘟疫区，哎，不是，反正有个蘑菇，那个蘑菇是下孢子，对、嗯，得吃孢子。那个按照六十级的强度是打不了的，嗯、就他那个 boss 设计的，我不知道当时他怎么想的。但是呢，玩家通过泰坦合计以及全世界的世界 buff 打那个硬扛，对，就是硬怼上去，而且所有的药就是能吃全吃，一天打一回，这一回失败就完了，因为你没 buff 了。对对，那个时候暴雪的副本强度控制很稚嫩，我跟你说，老他妈整那么邪门，但是他真能打。哎，对，嗯，他真能打，就是当时的暴雪的设计不收口，玩家也
怎么着都行，真的一个 boss 那样，包括后来那个就是电男跑正负极那个、啊嗯，那个是一个人跑错四神全死，对吧？对对。但是那个对对对那个实际上，只要你跑对了，强度没这个高，对对就是特别简单。机制 boss 那个不用说，非得加那么多 buff， 就这一个 boss， 就是而且打一次也就是一分多钟，嗯、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好像他会狂暴，对，很快，对，120秒还是多少秒？不像后来的那个 boss 经常要打5分钟、10分钟、嗯，还打很长。哎呦，我想第一次见到帕奇维克，感觉设计错了，这是硬件 boss， 数写错，对，第一次看到帕奇维克都疯了。嗯，就这样。对，就是你在那儿得到一种社会实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然后你打完好装备，因为你是进度最快的那个工会，嗯、然后你在铁路堡那儿一站、嗯，你就是个成功人士，就跟你开着法拉利一样，你穿着 T 三套往那儿一站，嗯，就别人连进都进不去的地方，你毕业了。对，60级的外观是很能出这个活的，你不进团队本，你的整个装备看起来就是乌涂的。对啊、嗯，但是那个 T 三那一套，哇。就是普通的中等上游的，就是也是很要劲的打副本的人，就是但是除了那种特别专业团以外，他们可能安琪拉打双子再往后就比较难了。嗯，对，啊、双子算是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说版本？我记得那个时候能打的一个比较难的 boss。对对对，那个时候开团就说就打双子，因为他要求是啥？要求你们队友数是 T。对，是这个就能卡死很多工会。当然后期大家都有了，但前期的时候就是谁有能力就是瞬间养起一个数十体，要那么多装备啊什么的。对对 对，火炕的装备。对，到那儿你还得等几个才正经开荒。就是，但是那种就是冲进度的团队，就是早都准备好了，到那儿这啊，所以当时就是，所以说白了就是，网络游戏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作用，就是高在一个高组织度的组织里特别爽那个劲儿啊。对，是的，啊、得到认可，所以是军训嘛。就本质上有点像魔兽军训嘛、嗯，就是得到认可的感觉。其实我最开始玩魔兽世界，没有想到，当时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我因为我是魔兽争霸的玩家，嗯、我想说我就看一看、看故事啊，我就练到满级就得了。嗯、完了练到满级之后呢，发现哎，听说有副本可以下，什么散打副本、嗯，打吧，打打吧。完一打完了，发现就是天天跟人混起来、嗯、啊，5个人8个人打打之后，我混一套这个 T 零毕业了，黑石打一打。啊、就说、听说他们打40人那个，哎呀，真打不了，不行。嗯、而且那个就听说就开始混社会了，对，你要想进40人，团就混社会了啊。对，得进工会，有替补。听起来就不想打、嗯。然后但是呢，我一直到了 T 几都毕业了，我 T 零也没毕业，嗯、就是、嗯、那个比副团队会难刷多了，不出，我就是真不出，30几次黑上都不出我的衣服。嗯但后来都已经毕业了，后来出了，嗯，收藏、就是那样的。然后呢，嗯、就说无数次说，哎呀，我打一套 T 一我就不打了，黑一条打不了。嗯，然后有一次机会呢，就是能进黑一，晚上我自己在那儿溜达，然后工会里那个不知道为啥就是打黑 farm 黑一的时候缺人，然后就说缺盗贼，然后你来打一下吧。然后当时就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可能看了好多那个网上那种就是打黑翼的那个攻略，我大概知道那个二号是咋回事啊。嗯啊，就是不是那个一个 rush boss 吗？对，二号，所以他叫盗贼嘛。对，你没听说过学盗贼的？那个游戏不学那个，就是、那个、一般不学贼。那个 boss 是不嫌盗贼多，是对打得越快越好。你恨不得能就是治疗和都加入之后俩替圣全盗贼最好，因为法师上没用打那个。是。然后就叫我去了。叫我去之后呢，反正就是，哎，他们不认识这谁呀？新来完了，打了就输出第一嘛。嗯。然后那个哦，你直接去打输出第一。对，就是我没进过，哦、我穿全是 T 一装备。嗯。因为啥？因为他们都是战斗贼。嗯。哦、我是个混社会的，我是敏锐贼。哦。那个时候就玩敏锐啊！我他妈有理解，我操！两次消失，而且我甚至连那个什么那个熔火之心都没毕业，我连那个狗牙都没有，我拿的是那个熔火之心4号那 boss， 叫什么、嗯、什么割裂者。嗯嗯哼。啊、反正就很烂的装备、嗯、然后但是他们都是刀啊，那个 boss 是专门给匕首设计的、嗯、就是如果你有两次消失然后无限被刺的话，那就是谁也打不过你，是，然后就说哎，这可以，下回来跟你打黑翼，就从此就踏上了不归路，还得是绝活哥，就对、啊、有绝活跟人开始打四级代发跟你闹，被球太发现了。我刚才就想问，到底是你这么一个社交状态是怎么融入到那么强社交的游戏里？就这个事给我正反馈特别大啊，就是在魔兽世界这个社会里你够狠就行啊。哎，我发现很多的盗贼玩家都是这个路，是盗贼这个职业其实是这风格嘛，是的，就在外边你谁敢杀我啊？是对很多，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在玩正式服的时候，也都是碰到一些盗贼的玩家打下副本的话、嗯，他们都会聊到一个说法，现在玩盗贼的很多都是由 PVP 转过来，你再来去玩一些 PVE 的内容，嗯，要强度是吧？而且当时敏锐贼是真的杀不死的，是的呀，就是我也不惹别人。但是你想在野外说看见一个敏锐贼，你想杀了他，别的是不可能的。是的，他至少能跑。对，是的，伺机待发，人家攥着就伺机待发。就因为这一点，我一直到就是打到后来70级，嗯，70级就是就后来就是开荒大萨马斯什么的，就是拿出血打马斯。我从来没有战斗过，
哦，那个时候双冲动多厉害啊！我甚至是那个当时在纳瓦斯图斯里那个整个服务器三个团里头的唯一的出血贼。嗯，我操！因为我第一天去就给我掉了个电锤子，我操！然后就说这玩意没人要。谁都不愿意拿分买这个，我说这他妈神器没人要、啊、出血贼神，因为我都查过那个掉落吧，当时就是很上劲嘛，我说按照掉落来说这个游戏除非这个不，你除非打到后来那个克尔斯亚德那个程度，前面没有比这好的那个出血武器，我说我要这个，然后就给我了，从此之后我就出血贼是玩锤子的嘛，对，那个时候出血是不要求武器，对，不要求武器，有一把剑安琪拉出的那个我们没拿过，然后就拿这个，就是从来都没战斗过，天，就是这个这个需求，后来我发现当时没意识，当时觉得还游戏做得好。嗯，包括咱们之前聊游戏，我都是强调这一块，它确实做得好啊。但是其实主要的做得再好，也不至于你玩那么久。对，包括那个时候打那么多遍，对，有那种就是暴雪设计的，就是它照顾不到的地方被玩家开发出来。对，而且我特别享受那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你钻到空子那个，全身都是很好的装备之后，你比别人懂。是你知道有一个黑石深渊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穿上比你现在这个紫的还好还好、哎、是那倒是、嗯、那时候是那个时候数值系统不统一现在被识别为是一种设计有问题对但好像如果跟我玩一起玩过那个时代的好像很怀念这个事儿、啊、对那个 T 的那个有一个灰字还是白字肩膀嗯比紫的还好对而且当时那个法师们和术士们最好的魔杖是绿的吧绿的、哦、是那个什么当时消就是都叫什么什么之魔杖，就是那个 对单独加特别夜宵吧，夜还灵那个加精神是吧？就是精那个精神和智力，对，要精神要回蓝，嗯只因为那个紫的都不加这个，对对对，自己伤害和特效，对，嗯，后来就是全归拢到把精神全归拢给治疗了。在那之后，好像某一个版本开始，就是只要看装等就行了，对因为装等之前靠要用插件看的。WLK 开始看 GS， 我记得当时一开始看的是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后来开始看装等，变成一个三位数的，就是这样。反正就不，然后游戏又变得规律起来了，就是全往一个方向拢了。好的一定好，就不去聊游戏了啊！是对，就是那个时候后就觉得游戏好，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就脱离了那个环境，然后就出国啊什么的，就不再玩了嘛。嗯，然后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阵，后来又捡起来玩了。嗯，玩不进去了。那时候就是几乎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哦。也还是需求社交，因为在社会上又是社会需求，这正好对应了两种比较典型的 MMO 的社会需求，一种是装逼的需求，一种是我觉得这个装逼这个概括不好，就是你想得到一些实现和承认正反馈啊，是，但是你的现实的生活就是大学生活当时没有给我，你想去一个只要努力就回报的地方，哎，对，世界上确实没有一个单纯的社会环境，游戏以外没有这个地方，包括现在最能实现你的方式依然是魔兽世界大秘境啊。走，今天晚上十层开门，我不，就大家不可能想象，就是真的是有一个频道拉群，然后在游戏里退了游戏之后，然后在论坛上在什么，就大家就在讨论这游戏怎么能玩得更好，是怎么能玩得更好，对对，包括那不可想象，现在跟萝卜聊嘛，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会因为聊天里比拼，大家对更多职业有更多理解，你能照顾到别的职业，以此为荣，那个样一个氛围。我还记得当时是就是开始跟团中期，然后开始我跟二团，那个工会是有三个团，三个四十人团，今天不可想象，三个四十人团相当于特别活跃人数至少超过120，是上去那个工会那个都得关掉，把替补和生产的考虑进去，两百两百人替补，至少每个团都得有自己的替补。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当时后来就是已经都黑翼都差不多毕业了 ，farm 了啊，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随便打的，什么多彩之剑啊，什么龙人手一把，什么就是全都有了。之后完了，我就想把 T 一再攒齐了，那时候 T 一还没齐呢，缺个脑袋。完了，就我去打了 MC 就出了嘛。然后当时因为这个事还跟那个吵起来了。为啥呀？就现场有一个别人想要，但是其他人都知道我是七等一，就去拿这个，差很久，七等一就去打这个的。然后那个人就他说他要，然后他就义正言辞的强调说什么你我不管你几等一，你凑套装根本没用，你就是为了凑就是收藏嘛，就是为了。但是这个东西对于装备不好的人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你这个时候应该让他，就是还是出现过这种矛盾。这种时候掉分啊，魔兽的早期。但是工会里就是七。一等一是必给，是、啊、这个事儿是写在制度里的。哦，你们都已经不是你们，你们还有这么详细的制度啊？有具有是在自己论坛里，就怎么肉点，还是怎么出分买东西什么的，啊、就是全都论的有规章的啊，专门有人负责管这个事儿、哦。但我确实没见过这么细的社会组织化，这还是还你还记得是哪个服务器吗？啊，那就不说了，不说，到时候容易对着挖你啊，太有名了，开始了盯着人，对，行，
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么详细。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也是这个事儿，也是反过来想，嗯、意识到就是如果当我失去了这个社会需求的时候，我就特别忍受不了网络游戏的枯燥。那你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就再玩就没玩进去。就或者随便就没有时间跟团打了，那时候就是自己就是瞎玩，而且那时候已经有什么随机本了，我记得吧？啊，对，有还是没有？我忘了。有 WLK 吗？有了 ，WLK 就开始有了呀。对，那公会后来在那个七十级的时候被那个太阳井卡爆了啊！哦嗨，就在太阳井削弱之前，嗯，太阳井削弱之前，削弱之前啊，削弱之前那个本，而且其实是那些人就刚好你会发现那个团里到了太阳到了玩过六十级的时候特别辉煌，进度特别快，然后到了七十级，然后打到太阳井开荒的时候就是看不动了，因为所有人都是那个时候生孩子的，嗯，年龄到了就是到了什么普遍的到了那个人生的一个别的阶段了，对对对，就年龄差不多其实那帮人，对，然后就真的扛不动了，四十人团那时候可以有替补，好多人顶，对，后来工会分。四个团三个团都分开了，然后就剩一个团，然后怎么怎么样，到最后太阳井人就卡爆了，就是二十五个人凑不齐了都。而且七十级那个时候的团队本，对，也有那个数值的问题，就是有的非常可怕，进入二十五人之后强度有点控不住。卡爆的不是最终 boss， 不是那个杰尔加丹，杰尔加丹是卡到那个黑纳鲁上了，嗯，那是个强度，啊、那个是个纯数值 boss， 强度怪，对，然后就卡那儿了，就是打死活过不去，对，很多都卡在那儿，是、得扶老那个。后来还有人盘，就是后来盘说当时过不去，就是因为那个是联盟、嗯，然后那个 boss 必须有萨满啊、嗯，少一个嗜血，然后说联盟有萨满了。已经有了，但是那是后练的，后练其他人都是从六十一直玩，少一手，就当时就必须让一个人去转萨满，嗯，谁不乐意？然后就说这萨满不行，不是转，就是玩的不行，嗯，或者哦，或者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当时就。而且七十几的时候，萨满三系设计都挺紊乱的，嗯，但真的除了奈萨，别的那时候玩过萨满都很乱，嗯，天怒图腾镜嘛，傻逼，加法伤，法伤，嗯嗯，这就是我玩网络戏的原因，然后就停在了那会儿。之后就是零零碎碎自己稍微看一看了。后来就不玩了。我来我听集合有一阵儿，嗯，就是我来工作之前，在别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阵儿就是拿这个当现在你们的手游那种，就晚上回家实在没事儿、嗯，上去转一转。然后就当时是已经哪个版本？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又入侵那个。军团在临，军团在临7.0。然后一边玩一边听集合这个，嗯、然后完了这么搞了一年，我发现。这录节目录的也不行啊，是啊，得你亲自来呀，还是得我上啊？又到了那个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对，是哦，集合是魔兽世界，对对，我来集合之后就再不玩魔兽世界了啊，满足这个需求了，对，真是操，还能这样的说这事儿呢？所以你们现在来了集合之后就觉得这网络不就好，那网络就不好，可能都是集合的问题啊，对上。就是我在玩来这儿玩我那些游戏的时候跟大家都能聊上，有人跟我聊这个、嗯、因为我原来比如说我在那公司聊他们连 PS4 都没见过、嗯、怎么聊血缘啊，不可能啊，是嗨、嗯、我当时在魔兽世界里就是跟龙马走另外一条路，因为我是猎人、嗯、直接给我踹书本了，所以我后来在网游里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独狼玩法、嗯、就是说我对网游的真正需求是他给我搭出一个里面有人的世界、嗯、然后我在犄角旮旯里待着就行，这个体验是我有大量的人是你这样的，就是别的玩家对你来说也是 NPC， 是一种景，对，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从一开始进魔兽世界六十级的时候就是这个体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永远绝对主动不玩任何这个网络游戏里需要联机一起干的事儿。对，但是我后来有一个代偿，就是两、嗯、就是方就是怎么说呢，这种独狼的习惯一直保持的同时，嗯、我在魔兽世界里就开始玩治疗。哦、就为了很团队、嗯、成为一个极限团队的人、嗯、从七十级开始玩奶萨开始就一直、嗯、一直奶一直奶，然后奶累了就所以每个版本都练一个猎人。那你玩奶妈有成就感吗？有成就感，这帮小屁崽子都活着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很靠后了。最开始是因为我能进入到团队了嗯，就你前天发那梗图说到后祖玛的时候踢猎人、哦、对对对、嗯、我就六七十级就从来就是这个体验、嗯、祖玛了之后如果他能但凡再组一个更好的贼那肯定踢我猎人，你出去吧、嗯、啊对，本来就是进本就已经很难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随机团队，你只要密了，他说3.2什么的，我就密能不能打什么的，嗯、都组进去了。但是为了让别的、啊、就肯定是踢猎人的，这是肯定是习惯的。而且还有一孤独了，而且我当时也没上大学，所以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孤独点是我不逃课，嗯，所以我跟他们进度就是差，嗯、他们都满级了，我还跟那儿，对，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习惯了。就是，然后反向有两个很强很重的代偿，嗯，一个是在魔兽里玩奶，这是一个，嗯，或者是跑机制，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玩机制猎人，嗯，也是因为就是你能成为团队需要你，就不给你踢了，对吧？就是打牛神，暂时这个阶段扰乱射击，对吧？然后就是玩这个。另外
另外就是我去玩 EVE 是因为 EVE 是社交强度更高的。 EVE 对 EVE 是攻杀是传奇是传奇、嗯、就是那种你被死死的绑在整个军团的社交关系里，对，只要你不甘于只当刷子，嗯，在当时甚至连刷子都是这个，对，刷子是最低档的，最低档的太空科幻，你是每天，嗯，其实他都没有，他没有任何太空科幻的部分，他就他妈比传奇还要中世纪，纯传奇。我这个事儿我一直不明白，就是现代的网络游戏，嗯，特别致力于给独狼提供内容，就是想要让这个游戏不社会，就是对吧？比如说现在最新的11.0里面，他们的地下堡也好，所以我想跟你说，就是对我来说，那他为什么要玩网络游戏、啊？就是我跟你说，所以我心目中网游永远是两大分类，就是两类，嗯、一类就是不给独狼，就是网游就是最纯粹的玩家关系组成世界，嗯、就像 EVE 对吧？传奇、嗯，然后另外一位就是魔兽，几乎就是 EQ 和魔兽开启的。嗯嗯是，就是它是一个单机 RPG， 所有人一起玩，嗯，是这个结构。我认为《魔兽世界》那个大团队副本，嗯，是这个开创性的设计和那个什么，它真的在游戏内容上跟上了这个、嗯、这个强，这跟这个、嗯、这个规模之后、嗯，然后玩家得到了新的洗礼，玩家对很多游戏设计和机制，嗯，就我觉得现在很多玩家对游戏的理解是来自于暴雪提供的这个机会。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单说就是这个强度，在暴雪给副本设计很复杂机制之前，嗯、其实 EQ 的强度比这高。因为 EQ 在 EQ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魔兽带来的这个范式嘛，所以 EQ 那种就是近乎于一个攻杀一样去打副本，就巨糙，但是强度很高。在之前嘛，你说像什么传奇什么的，它也有那种什么打城嘛，我没玩过。对，就是我想说嘛，传奇是绝对意义上的玩家关，组织起来人和人互相打。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个反正也是这个，但我的意思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大副本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设计，而现在不普遍认为是一种特别邪恶的东西。嗯，就是他要求玩家必须混社会，嗯，哪能这样呢？嗯但现在还好，只是一部分是这么想。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是、就是那个年代的魔兽世界就太他妈社会了，是对啊，整个工会里那个大家、啊、现在也是啊，啊是吗？我现在已经不待工会了。你要是真打团本，其实也是啊，哦，就是你从乌漆麻糟到人性光辉，就全都有，嗯、有是啊，现在完全的就是龙马说他们卡太阳井的时候、啊，那批人因为自己进入人生下个阶段，有孩子，什么换工作，嗯、什么找工作的，走上社会了，没时间玩了。你让他再等两年呢？对这帮人，我就想说，我在这帮人过了那个人生阶段了，对啊、他就又有大把的时间我、那个、干这事了。我后来就是德拉诺之王的时候的玄锤堡，我待的团是一个都是中年往后团，对，是大家哄完孩子之后。开团，然后就打一个半小时，都困了，就熟了。对对对，此时此刻 ，FF 十四正在经历这件事儿。哦，是吗？因为 FF 十四最火的 4.0 大量玩家涌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到都是龙马说的那个年龄，是、哦、就上大学，对大学生，二十岁，对，就是那种那个年代年龄，大学生、研究生，嗯，就是年龄不一样，但反正都在学校园里，然后有大把时间，四五年过去了，到了现在7.0了，嗯，这帮人就开始。考研的考研，找工作找工作，像现在就业又不好，他们都挺痛苦的，你知道吧？再过几年，这游戏该变样了。我跟你说，我在 EVE 里待就特别有意思 ，EVE 不是普遍性的一层一层的那是、我在 EVE 的军团里，一定是一个快五十的老哥。真的吗？真的，我去的时候，一个快五十的老哥，然后下面是就是各层有那种真的还在打拼事业的，嗯，每天其实就是没法稳定上线，然后在傻逼大学生就我这儿，嗯，就是能分开，不知道为什么能分，而且。除了最顶上那个闲着然后特别人情世故、嗯、把所有人都领住老大哥之外的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变来变去、嗯、有的人就不上、嗯、但是他就能维持一个就是没有这种一波一波的那个劲儿，就很有意思。我在 EVE 就是 EVE 的玩家关系对我来说有一种毒性、嗯、就是那个传奇那个毒性是就是因为 EVE 的永久损失使你的团队里、啊、你团队里每天出去的哪怕连 PVE， 我觉得玩那游戏的人心里都有永久损失，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是心里是比较担心，就是互相把命，可以被丈量，被我承认 EVE 这个游戏应该是比魔兽更社会的，对，相当社会，我觉得甚至简直就是梁山水泊梁山一样。我以前听过四十二一期讲 EVE 的播客。我甚至觉得那里面的那个合作关系有点吊桥效应的，是的，是就是很强吊桥效应。我就是互相真的，大家互相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他。我听完四十二那期播客之后，我成为了一个 EVE 的团长。那你真妈的，对啊，就是、我现在是有自己的领地在宇宙里的，就是我退休了。现在你要知道你跟那个人的那个，就是 EVE 在这个方面给我的正反馈就是超过了魔兽世界。嗯，我在魔兽世界有、啊、有一段时间喜欢玩 PVP， 然后我们有那个战场的指挥团长。嗯，但是你在 EVE 里，嗯，就是你对你的
FC 就是你的舰队的指挥官、嗯、你们为的电子战的位置，你们队的拦截清蓝的位置、嗯、你们为的就是每个位置的人的那种信任和那种托付是超过那个、嗯、就是因为魔兽死了能复活、嗯、但你今晚的船你开出去，如果这些人里哪个不靠谱或者你不靠谱、嗯、就抱在那儿，全都死，真死真死，就是真正的死亡，使得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联系之紧密，你那种暴雪那魔兽出了真死的模式，哦，太好玩了，硬核服，然后好像不太行是吗？马上马上国服要回归了，硬核服玩的不多，但是看的人很多，嗯、主播玩，对、啊、对，还有那种买硬核服里面角色去那种硬核服的团里面搞事情，啊、然后杀掉整个团人的那种，我听说那个那种事情。哎，这也是 MMO 的一个特点，它里面所有的人性、嗯、就刚才说的社会关系是真的，真所有的人性也都特别真、嗯、就是那个版本还有人打团本，打团本呢，是吗？这是核心乐趣，就是走钢丝那个劲儿、就是、硬核服的安琪拉首杀是一位传奇盗贼的自我牺牲实现的、嗯、因为他进内部内场砍触手嘛、嗯、然后你差不多得出来，不然你死里头了，是、啊、那个盗贼不出来了，我就留在里面把触手砍光、嗯、直到我死为止，然后换来了全团感觉出，就是听上去就很传奇，永久死亡，就是那个永恒之井那战，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不是编出来的、啊，不是，这是我当时看的快哭了。包括喜欢约翼的那个玩家叙事那个部分，嗯，而且当时我玩的时候正好是虫洞前后，就是有个很有名的片子叫《烟雨果》啊、嗯，我知道，就是 CCP 会鼓励背叛啊，洗人家几火这事儿，大家当时就是觉得这是特好，而且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听很多。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里构筑出一种很奇怪的那个信息传播的很原始的感觉、嗯、就是你会听到那个事儿是口耳相传，传到你这儿的已经就是可能会变了样，被添油加醋，然后很精彩那个劲儿。晚上就是在 YY 里听那个我们的战斗指导或者是就新人教官给你讲一些、嗯、因为我们那儿离费德克很远是吧、嗯、他会给你讲，然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那种轶事，就这种事儿有吗？有我记得我当时在不是我们工会啊、嗯、但是我知道认识，就是你和别的工会也会有一些中别的工会的，就是比如说他其实有一些那个工会的感觉像跟国家差不多，是、嗯、就是有那种强大的国家，然后就有一些跟这个强大国家关系比较好的小工会，嗯啊，然后可能偶尔你们去会抽人去帮他们打打本啊或者什么，然后平常自己平常一起下下五人本啊什么的、嗯、那种私人关系的 PMC， 然后有时候你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就喜欢在小工会待着或者什么的，对对，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有别的工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人事变动，就是对玩游戏的是两口子啊这个，然后经典当年的同居门，那个好像听说有很多虚假，很多虚假东西，是，但后来真就越来越多了，大家也无所谓了。然后是两对两口子，嗯，然后后来换了一下啊，是。What 是离婚了以后？对对对，就是应该没结婚吧？嗯可能对象啊之类的吧，我也不，我只听说这个故事，但是我因为那个因为我那人我都认识，我全是这种故事，你讲两个，就是因为来，但是我不是参与者，因为我开始可以参与一下，我参与你是都后来的事，我说的，我开始玩魔兽世界是小学两年级，我跟但之前节目里说过，不是哪年吧。2005年 ，OK， 那能把持得住吗？玩这玩意儿，两年级确实把持不住。因为我们家，我当时最高级别的号练到18级，就已经费尽我的浑身解数，一个小学生能理解的全部内容，感觉还不用付费了。2005年还是90%，那时候没那，当然是90%啊，前14级不花钱吗？前当时是前十二，那不知道，反正玩到我跟我爸15级之前不花钱。我是个猎人，我爸是个术士，我们俩一块练级，俩在野外最就是最容易打架的职业啊。是，但是因为小学学业太重啊，然后就不玩了。当时那重点是学业太重，很快。就回归了，是是是，回归的是什么时候呢？是风暴前夕，其实准就是理论上也算够上6.0的那1.0的边儿了嘛，边儿了吧？嗯。然后我当时是少生初，成为了初生，就是初中生啊。哦，好，成为了初生，对，谁还不是个？那是我真正第一次认真正经玩魔兽的时候，玩了个盗贼，而且还是出血贼，跟龙马一样，可以说对。但是那因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70级时代了，出血贼是也是玩双冲动出血那个版本前风暴前夕，那盗贼可太爽了，没错，就简直就是盗贼臭烂。但当时我体验不到那块，而且风暴前夕我也很美好，是因为那个版本是狂野怒火加了人兽同时开的那个设计，那个时候。天赋都有了，你可以在6级的时候加入暗影部，而且还有那个魔免那个。那时候就巨羡慕盗贼有暗影部，这是当时的传统嘛，就是前期就给你玩下版本的天赋。是，对。嗯、然后，我家也说过，我们家自己家是可以组出一个团来的，玩魔兽的人啊，这么就是稍微远点也算上的话，嗯、对。
怎么谁的老婆谁的老公什么的，讲故事吗？然后但是我不跟他们玩，因为我们家联盟部落分得很严重，哦，所以其实组不起来，哦，对，我自己是联盟，哦，然后我自己加了一工会，哦，加了一工会，当时我们服是这个当时那个区唯一的 PVE 服，哦，我们区就一个 PVE 服，因为我问那个我叔叔说我玩哪个服，他说你玩 PVE 服吧，不然野外砍死你。哦，但是我后来一琢磨，我都玩贼了，我还玩 PVE 服，你就是为了砍人的吗？没有，我就要砍别人呀，啊。对，反正已经来不及后悔了。就玩牧师就玩到七十级了，反正。嗯。但是当时你要明白，一个初一的，其实是我们天津那儿算是六年级啊，哦，准确程度还是小学呢。你是五年级五四制的那种。我们是有小学有六年级，六年级就已经去初中上，但是还算六年级，不叫初一，哦，再上一年才是初一，哦，啊，哦，那时候当然各地确实我们是这么算的啊，就第一我们是第一年这么改的，okay， 我这不重要，天津改的，重要的是我进了那工会之后，我们工会的卖点是什么呢？葛，嗯，我们工会的卖点叫美女会长，好家伙，哎，那个时候真是个事儿，这四个字是不是勾起点回忆了？我能明白这次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现在我们都是什么伪娘会长啊，都搞这套，没人信，主要现在，嗯，啊，但倒是，但那个时候聊天软件叫 UT 啊，是的，哎呦，是，然后我是 UT， 对，我一开麦，所有人都傻了啊，这是谁家小孩啊？让你爸来玩，而且你还有 UT 呢，啊，我有啊，我们当时开荒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咋打的 ，TM 啊，没有打字，对对，没有语音，我看我哥拿术士打那个熔火之心，嗯，他们团长打字让他少打他妈的灼热之痛。打字告诉他，不许打了。OT， 我亲眼看我叔单刷那厄运之锤啥的，当时，哦，都觉得跟神仙似的。嗯，是，嗯，然后重点是我们工会其实女孩挺多的，当时。哎呦我天！啊，我们一块我是一个满级盗贼，但是在我们服务器都是传奇啊，是吗？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有个那个工会，那个美女会长工会，有个小孩，有一个上初一的小孩，天天每周组织卡拉赞，然后当团长，我就是那卡拉赞团长。按现在说法，就是小孩哥。我就那一个版本，我就只打卡拉赞，我后面打不过。你怎么那么愿意当团长啊？就是小红帽打的，我不当团长，但他们喜欢拿这事儿架我。哦，那你来组织啊？啊，好玩，觉得可能觉得，然后就让服务器里的野人也来 UT 听听我说话。哦，我就用那个初一没有变声的那个声音，奶妈跟上，奶妈跟，我根本就没玩过奶，打卡拉赞，我爸在旁边插着腰看着我玩，哦，说你这么喊奶妈得渴死，我爸。玩过奶奇，他知道奶妈缺蓝，嗯，你看我们家都是能，都这个有场外指导，是聊起来这个事儿的。嗯，然后左阿曼后来我也能组织了，哎呦我天，就是我还能保箱子呢，当时。嗯，然后重点是，我们一块玩的最工会里都有小团体吗？嗯，是。我们玩的最好的人呢，是一个刚刚上高二的姐姐，好家伙，是个鸟德。嗯，那个还有一个上大一的哥哥，七十级玩鸟德，对，上大一的哥哥是个神木，哦，还有一个上大一跟这个大一的哥哥是同班同学的另外一个大一的哥哥，嗯，是个惩戒骑，我操，我那时候开始，我操，这仨真是就知道什么叫网恋骑了，我跟你说，哦，那还有我们会长，我们五个人，七十级五人本一起打英雄本什么的，因为我们会长天天跟我玩，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一个队五个人能凑齐仨女孩，俩女孩也不容易，是 是还有一小屁孩是吧，哦？我们队反正我听了都害怕，服务器传说的，当时听着就很不魔兽。然后呢，就在我每天在那儿不搅闷的带着跟他们四个人屁屁颠屁颠，还搁那卡拉赞象棋呢，搁那，对，下象棋呢，我俩下，你是真下象棋，我们是下象棋，啊，卡拉赞是真下象棋。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们背后已经发生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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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了。哦，是吗？对，你小屁孩，那你怎么知道的呀？小屁孩后来给我讲的。啊，当时应该很难。有一天半夜，我睡觉早，我得十点钟就得睡了。嗯，然后那天晚上爸妈没管我，我就十点还在玩。然后那个 UT 就只有一个人了，是那个惩戒骑哥哥。哦，然后我就点进去了，发现自己在那儿很郁闷。哦，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走，给我打英雄本去啊！然后他说都不想去，心情不好，哦，因为分手了。心有容啊，分手了。那能有现有荣无中要走，现有荣那个拳头还没有呢。对呀，啊，对，分手了，为啥分手？跟谁分手了？跟那个鸟德分手了。我你俩啥时候在一块儿了呀，大哥？我说这些事儿都不跟我说，经典。那能跟你说？他从那天开始跟我说了。哦，然后跟分手了，为什么分手了呢？因为跟那神木在一块儿了。哦，嗯，然后这俩人还是同班同学。当时是不是还没有神人风暴呢？是吧？都他妈赖暴雪。后来到《末日回响》有了。对啊，早点出没有了。对，你说当时哇，他没改之前的情节节多恶心。然后我又私聊去跟那个神木大哥聊，又问说你怎么把人女朋友挖走了呢？哦，到一看天天玩的，以后还咋？咱还咋打英雄本啊？五个人凑不到一块儿。重点还在英雄本，对，重点还在英雄本。确实像是初一小孩说这话，咋整啊？然后地火堡垒，他就给我说了好多程建琴坏话，哦，说不好学习，别跟他学，都留级了。人这人女孩，人女孩知道这个了，还能跟他一块玩吗？
肯定跟我呀，我这个学生会混特好，我啥好人我感觉，就是龙马说的那一套对社会的那个代偿和那个提前了解，而且你是七十级，我七十级身边神木也不是好人，我不知道咋回事，说什么都不是啥好人，我不知道为啥，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对牧师打击面太大了啊，我有段时间对牧师印象歧视这一块来了，后来转戒律了啊，转因为后来有泡泡，等一下这是哪一年？这就七十级啊，对啊，就是卡拉赞，你说是哪一年啊？卡拉赞七十级嘛，就是七十级，哪年我不这我记不清了，嗯、然后与此同时呢，我爸那边和他的老哥们儿们。有一群老哥们儿啊，开始了黑暗神庙，零八零九吧，对，差不多那差不多零八差不多开始冲击，开始黑暗神庙的开打，嗯，然后他们，我爸当时打的，他们团打巨顺，轻松干掉，哦啊，但是据我所知，后来也削过了，就是他们不是那种手刹团，嗯，后来太阳井也是，轻松干掉，然后拉我去他们团里玩，嗯，一盗贼，啊，那个第一段我爸在语音里说，这是我儿子。嚯、啊！团长说：“骂谁呢？怎么还是伦理跟、啊？”对呀、啊，不是啊，是真儿子，是真儿子。给叔叔们打招呼，哦、叔叔们好！我操，这么牛逼！叔叔，我装备不好，我跟人来混的。哇，你那么会啊！我儿子要哪件？没有 DKP 算我的。我操、啊！没有人抢，没有人抢，全是一分拿走。哎呦，强插插我板甲！这没什么道理，这没什么道理。没有人要，没有人要，卖钱去。啊、对，当时那个就是有单刀嘛。啊、嗯。然后有一个就是也是盗贼，嗯，那是七十级的已经。然后他就是那个这个团的那个拿了一半的人，嗯，那这玩意儿不用进个 DKP 了吧？天天拿不完整的男人，对他就等另一半吧。我就是他早都没有任何需求，就是每次就一定要、嗯、他只能忍着硬着头皮去跟着打这个黑暗神庙。对，然后呢，就是当时我那个工会是有一个规则，就是那个分只有。它防止那个通货膨胀，嗯，就是这个装备如果没人要，就不产生 DKP，、嗯、就大家没分挣、嗯嗯。这个装备只有给了人了，然后大家才有分啊，这是这合理，我见过、嗯。是，然后这盗贼他也没有别的需求，等单刀嘛，嗯，他后来付了好几百分，付四百多，一开始付二百多，我这人怎么会神经病？我说你跟他打，你打两把你就知道了。到后来付了四百多也没出单，就后到后来拿齐了，我觉得到时候是付了几百拿齐了，嗯、就是所有装备，比如出了一板甲或者锁甲，嗯、就差给这盗贼。有人要，反正有人要，他啥都要，只要没人要，他全都要。后来那个团里基本全是毕业的，全给他，就是哐哐哐，身上插着，然后就各种分，就他就是附魔嘛，然后就各种分就往上附，就给他一直加，反正他也不要分，因为他那个东西是不需要分的，就是附多少也是他的。对，然后别的我们为了有分分，就把东西全给他，特别规则漏洞嘛，对。哦，行了，真惨，到最后还是通货膨胀，那肯定，肯定，对。嗯、老人一出手二十分，操，嗯、没法玩新来的根本。是啊，但那个时候就散了、哦，因为我们开荒海加尔山打不过啊、哦哦。海山我们是一个极度休闲的那种小工会啊。那个时候海山确实强度太高，是啊、然后但是虽然我们是太阳井开了去打都打不过、嗯，但是海山那个时候开的时候，我上大学了，就进入到那个无尽的那个前夕的阶段、嗯。末日回响，我当时有个学长。艺术系的学长都不上课那种程度、嗯、靠带金团能支付自己的学费、嗯、是好多人在魔兽里赚钱对、嗯、金团这个事儿当年我没觉得这么敏感就是说你愿意去、嗯、你就去对我记得我最开始见过祖格的金团还觉得是个新鲜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啥像我那种团里的人对对有一种有编制的感觉你知道对、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 PFU PFU 特种兵就是请来、嗯在金团里去、哦、指点指点，对，或者是带着的。去金团丢人，嗯，往那一站就是对对 对，没工作的人才去工，才去金团的。就像我让猎人，因为那个游戏是有 CD 的嘛，就是你哪个你的这个角色的 CD 是不能被污染的，对对对对，你要保持你的纯净，对，对吧？我的 CD 都是给工会活动就用的，对 对吧？给正事办的，正对这个这。这么一想就是对，现在暴雪都取消这些设计了，嗯、然后就没有那么久、嗯。除非你是真的高端冲 M 本、对 M 团，否则的话不需要没有什么 CD。当时有专门混野团、混金团的，装备也能混上来，嗯、就是他有金团、嗯是的，然后就有一种看那个就是下海经商的人和在体制内的人，嗯，就是互相交流很费劲的感觉。对对 对，我六十级去组个军团，纯粹是因为我玩猎人真的没有进过团队，团队本我想进去看猎人就考不上工了，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在组阁里，我甚至还。拿了生存猎去的，然后当时 ADD 的时候少一个控制，嗯、我当时有一龙钉刺、嗯、给他控住了，团长还很惊讶，谁放的呀？这他妈什么技能？但是好像现在金团是一个特别不能提，就是说
但 RMT 就是不对劲，就是说这个社这个怎么主流声音中的这个正正确是大家要抵制金团的，这个东西破坏游戏，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嗯、但是从很后来才有的、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哪怕是像我是一种经济系统嘛，就我们不去的人对也对这个东西没有那 么大反感，其实到后来纯 FAM 了，尤其像你说前夕版本就也都打，而且就你说那种纳瓦瓦斯特别好的团，嗯，就是那个工会就是那个服务器只能就三个团能打，嗯，就他们偷偷的搞金团啊，是啊，而且那个本外快，那个副本首先就带不动太多人，没有办法搞那种代表老板太多，对，就是四十个人带俩老板，脱我脱光了别动啊，在那站着，因为那个副本是你比如说你动还不如不动，对对，就是这三十八个够厉害，他就能给你带到一个就是一定程度，说你能拿几件T 三你能拿几件就穿一穿，但是带不满，那边、嗯、那边有些 boss 是真的是四十个人必须满坑满谷，三十九人都打不了，数值太可怕了，好吧、啊？那时候他们是真偷偷的搞过、嗯，他们就是表面上天天就是说对金团不屑一顾，嗯、后来我知道他们偷偷的搞过，因为很正啊，那时候点卡四百金啊，是的点卡，是他们一个 T 三户外卖出去二十万，对啊，哎呦我操，那才叫金团，多少钱、啊？那才叫金团，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都把号搞成什么样、嗯、就是两个号钱都到上限，就是还有上限呢、啊、这游戏钱当时钱有上限，就是带多了你带不 了你想六十级说千金马能卡住多少人，二十万我现在都挣不出二十万，对，祖格当时一个团有的时候都能挣够十几万，就他一趟每个人能分好几万级，对，我操、嗯、这点卡能玩到五点零的，我都不知道在哪找老板，嗯，是因为魔兽是哪年取消的点卡，那都是后来往往军团代理了，军团代理是后了。当时我就惊惊了，我说有多少钱？他说不知道，就是说号满了，那个钱到上限了。然后他说是多少万，我忘了，现在我说不来那个数了、嗯。就是后来那个改了，在当时就是暴雪可能也没想过，就是一拍脑子定了个数，还是说就程序员随便弄，他真整的是号满了。我、嗯、操！我那号要丢了，可爽了。就是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让我印象不好那个神木的那个他是骗卡然后转服、啊、他就是对他就是号钱能满金币能满的程度、嗯、但是骗出来的那是对、嗯、对就是我就顺便经历过这种事、哎、刚才说你好像挺愿意当个团长啊或者什么的，哎那时候其实莫名其妙就开始了，我连五人队我都不乐意带，哦你不爱当那带队的，我都不组，除非五个人认识、哎、你可以当大哥、嗯、但你不愿意当团长，不是大哥，就是你、嗯、就是绝活哥可以当，对，那叫绝活哥。你夸我厉害就行，别让我管，别让我管任何事儿。这我后来 YF 十四打了也十来个固定队了，嗯，每次确实都是团长。哦，对，就有人愿意管事儿、嗯，但是其实 F 十四不管事儿 ，F 十四没什么，F 十四有什么好管的、啊？你错了，你就都死呗、啊。团长是干啥的？就是 QQ at 所有人上线啊，对呀、啊，啊、嗯，就是这唯一要管事儿人、嗯，所以咱公司翅膀是比较适合干这个。哦催一直想拉他啊进那个魔兽社世界，少祸害点了吧？他上班就干这个，完了你拉他，你是个人，你做个人吧。我是在怀旧服，就是六十级的时候，就刚开怀旧服六十级的时候，我跟饼干我们俩是随便找了一个可能是朋友的那种团，就跟着打嘛。MC 我玩了一个术士，他玩了一个牧师，然后你们是没玩过是吧？六十级那会儿我是08年开始玩，嗯啊，然后很靠后啊，对，比较靠后。08年我玩的时候，其实魔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小团体游戏，哦，就是小团体一起，对，寝室里人啊还是怎么着？不是，就是特别特别小团体，是我们几家人的父母和几辈人都是互相知道关系好的那种朋友的孩子，哦，我们是这么一个小团体，哦，然后就是我们从小学我们一起就是。逃课去网吧玩魔兽争霸，哦，然后就这样。然后在初中知道有魔兽世界了以后，在中考完的那个晚上，我们一块拿着家长身份证跑网吧去，啊，注册了账号，然后开始玩。好家伙！然后就未成年人不要学啊！对，现在也是，现在不就是玩那个未成年人那个注册，他不是手机上也弄吗？嗯。然后我们是从初中一直玩到现在。哦。就而且我们玩真正的固定队啊。对，就是固定到。只要有一个人说啊，算了，有点事不玩了，我们就这几个人一整个版本可能就不玩了。哦，我们现在回来玩也是说，哎，新版本国服回来玩玩吗？哦、玩就拢起来了，就拢起来了。哦，这是我们玩正式服。无兄弟不魔兽，哎、我说的话我都觉得恶心，我操！兄弟魔兽，说实话，我大秘境是这样的，我发现了，哎、脏了，我操！然后，哎，那大秘境都是兄弟的情况下，哦、如果就是有一个哥们儿输出又上不去。哎，这还跑不对，肯定有。这哥们儿还做得了吗？等一下，就可以聊到，因为我就是在之后，我除了我们这五个固定队以外，然后我又在工作也好，然后网上也好，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玩魔兽嘛。然后像饼干，嗯，就是，
然后我们玩怀旧服的时候，我那几个朋友他们没有来一起玩，嗯，然后怀旧服玩到后来开 NHX 的 WLK 的时候，哦，WLK 的 NHX， 然后呢，哦，大家想打，但是没有那个一个冒头的人说我来指挥，我来带队事儿啊，嗯，然后看来看去，那我一拍脑门说我来啊，哦，然后我就拉了一个群，微信群工会里面那个有建了一个工会，来来回回，然后弄人，嗯，然后呢拉了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大家各种小团体凑在一起，凑成了一个大团体，导致开了以后，我天哪，就开始出现了 A 团体里面的 A 一 A 二不喜欢 B 团体里的 B 三 B 四，嗯，然后呢 C 团体又不愿意跟 A 团体一起打，嗯，然后呢，结果就经常会发现25人的 NHX 我总是凑到了20个人，嗯，总是差那么几个人，我又不愿意去世界上喊人叫野人，嗯，每次我都是要。做工作，对，嗯，大的微信群里面跟他们啊说一下，把那个蓝色演示，嗯，我刚才还找了一下那个小程序，我还能找到我当初的那些发出来的报名的那个就是统计表，什么东西都在，嗯，然后我发到群里面啊，大家都报名挨个 at， 然后呢 at 完了以后，我再找到他们各自小团体里面有话语权的那个人，在私聊问里面的，哎，你们那个团里面的你们这几个人，你们是这个谁谁谁分部门独立核算的，我操，就你们这个玩的好的这几个人里面啊，有没有谁谁谁可以一起玩，你能不能来，然后我们这儿，然后再去我挨个再问，这样不行，真的，对，真的是当时。我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国服要没了，终于不用龙人，我天哪，我终于不用开团了，我当时我真的是国服要没了，我那周我直接不开团了，我说我心情不好，我太失望了，我当时我回家我操太高兴了，这种心情啊，真的是一直开，因为他们一直有新的小号来，然后一直有那个朋友的朋友来，一直要加进来，然后我还不能安排职业重复怎么着的，嗯，然后都要提升，然后终于说啊，魔兽要停服了。我当时我那个激动的呀，我终于不用开团了，我也不用指挥了，也虽然都教会了，还有人犯错。不是，但真正有人爱带团。我也见过，是这样。我当时那个，你知道七十级那个时候不是版本卡住了吗？你记得吗？嗯，过审还是什么事？对，太阳井永远打太阳井的时候，就是那个太阳井反复的刷嘛，嗯，末日回响，日早末日回响，就很多人天天还在玩。那时候我已经玩不动了，嗯，然后还在，那是我大学刚毕业那年，应该是，嗯，然后当时那个团的团长。他就是热衷于带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喜欢工会的人都已经打毕业了，没人再打了，他就开始带金团。对对对，我然后就是周日带，然后周六带啊，周五带，到了最后期，嗯，天天带，就一周七天，七个号打太阳，就是七回太阳井。哦，这种人就很纯粹，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会喜欢玩疯了玩 G mode， 就是如果他能接触到 G mode 或者是 CS 的淘宝服，他就愿意带那个指挥。他刷到啥程度？嗯，就八个职业全太阳井毕业。一个人有七个号或者八个号，我惊了，就他每次我去工会我想找他，我都不知道他哪个号，就我都不认，后来那个他就一个小号我认识，大号小号可能一两个小号，就三个号我认识，再往后的那个什么那个他的你就需要实名好友，我根本就不认识，我就所以魔兽玩家起名都喜欢起一个有共同的名，那个，然后我就看那工会聊，我就现在上线我看工会聊天全都是不认识的名，因为他因为全小号，我聊得很，我还看这画风什么的，这个说话方式很熟啊，我说这都是就看着说话内容都很熟，我这名字一个都不认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一问啊，他们全都是开小号了，自己的第四个号第五号什么那几个核心人，嗯嗯，就是周一到周日天天晚上就干这一事儿，嗯，就是干太阳井，就是干太阳井，而且知道那大哥好像是一个学中学还是学校老师体育老师，嗯，然后就是以说话冲著称，哦，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话就是那个就是直接怼你，当时就是个段子，嗯，就说他那个，哎，说这个你们怎么团长怎么骂人的，就是有这个，他其实我没见过他骂人啊，哦，但大家都说他就是说哎。靖哥跟你讲道理了，哦，就是说他凶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工会的一个梗，叫靖哥喜欢讲道理，嗯，就是他讲道理的时候，就是根本不讲道理，嗯，特别逗。我就是在我爸旁边看我爸玩的时候，当时开荒黑庙呢，嗯，然后他们那个 MT 是就是指挥，突然把麦给闭了，所有人麦给闭了，嗯，说今天咱就要论这个事儿啊，哦，我说都他妈的都开始开荒黑庙了，怎么就不知道控制仇恨呢？嗯，噼啪啦骂了二十分钟，骂那个贼，哦，骂那法师。哦，这么牛开爆发开那么快干嘛，对呀，啊，然后终于把麦打开了，然后第一个说话的人是副团，嗯，说那小怪把你他妈正义防御给驱了，那个加仇恨那招，嗯，你他妈再开一次啊，哦，还有仇恨了，还有你他妈没开 T 姿态，大哥，对，哦，还有这种场面了，哦，就我亲眼在旁边看的，把我爸笑疯了当时，哦
我没待过这样的，就是、嗯、就是团长喜欢骂人的团。嗯、我开那个我那个啥我那个我带段团我带团那会儿、嗯、是那个有个防歧 T，、嗯、然后呢，但是总忘记开那个正义之怒，对正义之怒、哦，然后我们就打那叉叉。哎，怎么总 OT， 动不动就 OT，、哦、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我检讨，不是先排查，先自我检讨。打太好是不是装备太高了？哎，我是不是装备太好了？哎，我是不是手法又上升了？我得看我是怎么是让他先打几个 CD，、哦、先几个攻 CD 以后我再上手、哦，怎么怎么着？然后后来聊来聊去，聊来聊去，然后我就开始看，不对，你那个骑士你是不是没开正义之怒？就是这样啊。然后，哦，我操，对，但那个那个氛围非常逗、啊。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其实是那种，就是因为就是初中当团长嘛，那时候所谓韩团长，我是那种比较无所谓的那种人，嗯、不太照顾大家情绪。哦啊，有人因为我说实话，虽然我初中生，但是卡拉蛋这玩意儿打14之后，我闭着眼睛艾兰随便躲。哦、啊，确实是火、哦、啊。然后那个几颗牙都数不清了、啊。然后遇到那种新来语音的野人或者什么的，我就说、哦、这都打不开，那小孩声音骂他。哦，这狠，我觉得这更有侮辱性。哎、这一课上的很早，对我来说，嗯、后来、哦、这就是很多年以后，很多年以后到了。嗯F14 5.0 的时候、哦、完全会了，因为那个版本我都一个版本没玩、哦、一个版本没玩、嗯、然后到了最后我觉得这个版本的12层1到12层的零式该打高难本该打了、哦、打打吧组人吧、哦、但是我也这么多年没玩 FF14 了我也不太、哦、你 4.0 没玩是吗就是 4.0 对 4.0 空过去了当时、哦啊、然后组点人吧但是我觉得我得组点跟我差不多的、哦、我就说来可以来豆芽接受第一次打高难的人、哦、接受这个完全不会玩的人、哦、全都接受就是你可以做来我这来作为你的第一次高难体验、哎、我带你玩、嗯、虽然我也不太好我就有原话就、哦、我还用那个 PS Photoshop 做了一个特明白特好看的排版、哦、因为确实你没有上个版本的临时经验、啊、所以对啊所以我就谦虚点嘛就发哪发呀发到一个微博一个叫做说给海德林的一个号是一个公告啊，这是 FF 十四的独特色彩，对，就微博上各有各种各样的 bot， 好几十万的，每个 MMO 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但就是拿论坛的替代品嘛，对对对对，但是就是都更短平快一点，哎玩 FF 十四的人不上那个 NJ 也有始皇论坛吗？也上，但是始皇论坛，但是这两波人是岔开的，就是。嗯不是一个一路，你玩 FF 14不太各轮各的，不要让人知道你上那个论坛。哦、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招来了7个姑娘，啊，而且全都是20岁上下。嗯，抖起来了，抖起来了，没有不是抖起来了，就是这我现在玩。FF 十四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32岁的我现在玩 FF 十四，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这事儿，没有姑娘了。就那个时候，那个就现在都因为5.0是最辉煌的那个。是啊，入坑人特别多。对，然后这七个姑娘呢，全都没打过任何的高难，其中一个是我们队的，那你有福了。占星术士，我还玩占星。这个占星术士是第一次骂死你们，是第一次打遍。你这期很有问题，我说的是七个很客观的具体的人，不，这跟性别没关系，就是这样。只要你从来没玩过任何高难，你上来就打零。是这个嗯，对吧？机神都没打过，对对啊，机神都没打过。我们去机神先开这儿，嗯，然后其中那个占星术士，占星大家都知道，占星是一个这游戏相对复杂要摁的事儿特别多的，是、嗯、这个占星术士血压非常高。这一位占星术士，我们对这个占星术士字面意义上的不夸张的没用过鼠标，哦、okay ，他在用笔记本的触摸板儿，嗯，打做所有的事儿。okay、哇，你不如教人家用熟能生巧手柄玩呢。人家现在已经把跟我一起把12层零式打完，还把绝本打完了。哦。只用这个触摸板，对，就我后来所有技能都是用触摸板。是我现在都发现了，熟就行。你要表达啥呀？啊、嗯，就是就别总说什么，就触摸板也可以。就是对你鼠标不好换设备啊？你咋说也没用过鼠标呢？他说的呀，他跟我说的。他说就是那当然我你也可以这么说啊，你就信了啊。嗯，但那段体验其实非常好。哦，你慢慢教。跟是不是？哎，我还以为你要吐槽，就是没有关系，你提、嗯，反正就是完了。主要就是他能找到七个女生跟他一起玩游戏，跟是不是女孩没有关系，是确实没关系，可能有点关系。其实，但是我想说的是，话都没有，他们啥也不懂。然后我们是一起打了7-8层，就是可能打了几个月之后，我们那个龙骑就是那另外女孩才跟我说，你知道第一次跟你打的时候，我有个机制走错了，你让我注意点，但是我都要哭出来了，人原话哭。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啊，当时我都没知道，我已经很注意我的用词说话的语气啊，真下头，玩约一玩。对，我就干不了，因为我当不了团长，就是我也不想干，你不要说人家组人那些事儿，就是对，一个是组人。就是跟玩游戏没关系的事太多、哦、实际上就是专门干跟玩游戏没关系的事的人、嗯、其次呢就是我就是我也不开语音啥，但是我一边玩我一边把团里人都骂个遍，我全傻、嗯啊、就是啊、哦，我要当村长就完了、嗯、
然后我现在的有一个一群朋友玩魔兽的朋友，他里面有一个团长，他是一个京剧演员。好家伙，他是正儿八经的京剧演员，吊嗓，他会用那个嗓给你喊技能吗？那不会，那不会。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啊，真的是就是拖枪，哎，没有，正经说话的声音特别吐字清晰，但是他这个人就是特别的沉着冷静。他一般是想让你出团的话，你犯错了，你 DPS 不够了，你怎么着让你出团？他会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啊，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吧。哎呀，就特别冷静的说你累了，休息吧，大乔。我在就某某某，你累了，你休息一下吧，然后就把你移除。这都能争？我当时国一服 EVE 的其中跟过一次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FC 就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都被打的稀里哗啦，那个人说话调都没变。嗯，哎，好指挥是这样。对，其实。刚才龙马说当团长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就爱带团。就是但是我可以说一个带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菜。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组过队之后打得比较好的那一个人，但是我可以通过我做一些别的事儿让大家，比如说我在 FF14 打零式之前，我会把所有人的衣服和爆发药和都准备食物，我能去你队吗？全都做好。但是他菜啊，开打之前我退队。不，但是他菜不菜的都是领了。看着没有，盗贼玩家就是东西我拿了，让我走。是，那就是这样的。然后 ，FF 十四有一个特，因为我跟萝卜不太一样，是萝卜一开服就玩 FF 十四了。我是两年之前就6.0开了之后，我才开始接触这个游戏。然后我以前也不怎么玩 MMO RPG 游戏。然后我来到这个游戏之后，我发现我的年龄比较大，就天然的成为所有人的哥。是，然后我能理解这种，别人都知道，就是就当别人问我比较有一个梗的一个原因，你在大你都有萝卜他爸大吗？对啊，比较有梗的一件事儿是我们部队就是 FF 十四的工会吧，是第一次团建，就 FF 十四的团建就很简单，就是拍拍照，就找个比较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拍照，因为那个。我刚进去，这叫啥团建？我刚进去，这很重要，别小看啊，这很重要。我刚进去，然后都线下团建，这倒是啊，那边是线下干别的，还有第二团吃个饭啥的啊。对，然后不说EVE那些油腻的逼事儿，肯德基。然后别人就说自己的生肖啊啊，我们部队的队就是部队长就说我是属猴的。我说我也属猴的。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12岁，我就意识到这件事儿有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明确知道他应该是个，比如说刚上大学或者类似的。结果一问，人家果然是04的。哦，就是大部分人都是00后，这个只有你是时间段94的，只有我92的。然后，但是呢，我在这个阶段。我也在这两年当中也了解到了他们就是零零后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虽然这也是一个社会观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面，但是大概也知道他们大学跟我们大学的时候不一样在哪儿，他们烦恼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他们工作是真的难找，是就不像我们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很难找，就是，很好找是吗？那你牛逼啊！不是你们在那个就是在游戏里面会有很多朋友或者说一块玩游戏的人分享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事情。EVE的时候是会，你们EVE的时候，我觉得 FF 十四也是，我那时候也是。魔兽相对差哎，魔兽确实，魔兽确实，我觉得魔兽确实它的真人属性比这个，因为魔兽是有正事的游戏。确实是打那个团本就他妈已经挺那个游戏本身就跟上班似的，对，基本上我跟你说，高强度打当就是打在魔兽里冲那种就是那种高强度团的人，指定没工作，指定没工作，操，因为你不可能干两份工作，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巡逻什么的，边防要巡逻，尤其他真没啥事儿，尤其他团长还得提前安排攻略，每个人都是职责什么的，然后就是提前等组什么的，反正那时候我跟你说，但凡有个班上的人都干不了这个活。哎，我干那活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就那会儿正式服加怀旧服打的我啊，左右两只手全都腱鞘炎。
那自找的，文体两开花吗？你们对主要那会儿我政治服还他妈玩狂暴战，就像龙马说的，就一个人多少个小号这种事在 FF 十四不太可能发生，因为 FF 没有小号，它游戏机制就是一个号，所有的职业都能练，都是在那一个号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FF 十四它那个 role play 感，我觉得是比没有用。你有没有意识到？在 FF 十四的人一个月换一次名字，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啊！哦，两个月喝一次幻想药，真的？哎，是两个月，半个月喝一次幻想药啊？那你那个强度有点高，我这边是两个月。每次打开好友列表，这帮人这不谁呀、啊？对啊，而且 FF 十四傻逼没有备注，对啊，对，他的好友那个名字是加的越早越靠上。嗯，我打开那一看，这他妈都应该认识十来年了吧？哎，而且我发现不认识。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对于网络游戏里角色的名字已经不那么。啊，是以前起的还挺就是当时比如说我那个年代玩魔兽世界的人、嗯、真的是每个名字都有说道，就他为什么叫这个，然后他、嗯、你让他换字不过他都不愿意换、嗯、是就是对吧，那时候是那时候确实是大家十四确实换名挺频繁的、嗯、是如果你们在魔兽世界里看到了类似于小 Kim 的名字，大概率可能就是我，因为我什么网络游戏或者说注册都用这个、哦、是你能咋的，现在讲究个服务性，讲究自由嘛，什么种族、嗯、什么阵营什么随便不能有约束夸夸都换了对吧，嗯，花点钱花点钱的事儿。对、哎、但是现在魔兽里面的这种族特别的有强度啊，是比之前还强度、嗯、不平衡是吧，特别不平衡，越来越不平衡，没有什么平衡，就是选小龙人啥的是吗，不选矮人，现在都是矮人，黑矮人、嗯、矮人解，比如现在的矮人精灵，暗影精灵自带驱散、嗯、对，矮人自带驱散，别人说大秘境了，妈的不了这冒汗了、嗯、矮人不是石像形态吗，对啊，就石像能驱散魔法流血、嗯、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之前他又回来了，所以、嗯、改过不行然后又改回来，就现在变厉害了是吧，变厉害了，这也是有不同的游戏不一样的地方，因为 FF 十四的种族跟你的职业跟你的技能没有任何关系，当年是有关系，当年曾经我玩的时候，我刚玩的时候有点拉拉菲尔缺那点亮点力量、啊、就是武僧就是不行，我跟你说、啊、就拉拉菲尔就得玩黑魔，黑魔玩黑魔，确实我在 FF 十四认识的唯一的刻板印象就是母拉拉女拉拉菲尔族、啊、母肥，没错，你刚说什么，大家都叫母肥，没事，母肥黑魔，大家都叫母肥、啊、就是都是黑魔法师，不黑魔法师都是这个、嗯、现在都是母肥画师，对、啊、是吗、哦、黑魔我见的母肥都是战士，不知道为什么、哦、那确实、啊、还有当骑士的，就一个特别小的身躯、嗯、在那开一大翅膀挡住后面 保护后面所有人、嗯、这也挺带感的，魔术 FF14 的种族没有什么道理、嗯、没有任何实际道理、嗯、是的是的，他给自己下强度了吗、嗯、不设计这玩意儿，对，没关系就完了、嗯、省得多一个维度，就 FF14 其实特爱聊生活中的事，这跟精壮也经常，我想说真的是也跟游戏没正事有关系，放松，他不是那种放松，我说不上来，我在不同的网游，我深度接触网游背后的玩家群体的三个就是魔兽 FF 十四和约一，那我的截然不同、嗯、那我的命运二算不算，命运二就别说了，求你了，命运二是师徒关系，是点对点的，没有工会关系，命运二是不是也有工会，你别他妈扯淡，你那六人他妈、哎、命运二有那个聊天室属性吗，没特别，就上线打完就下线吗，不是那玩意吗，他都是在游戏外完成这个的，因为他游戏内这个部分太差了，哦，说到师徒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嗯，有因为魔兽没有师徒、啊、但是剑三有，剑三有 FF 十四啥都玩啊，你我不网游好玩，我没玩过剑三。FF 十四其实没有内置的师徒关系，其实豆芽和皇冠不算师徒，但是对对对，但是会有这种，它衍生成了这个东西的代偿，对，嗯，对，但是我觉得只有命运是真师徒，嗯。真的、啊、他不教你，那老师你不跟他拜把子他也教不明白，你也玩不明白这个，你得是敬他就是如父、啊、你知道吗，是个系他才能给讲明白，这是个系统吧，不是没有系统，不是命运二，不是命运二的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游戏设计的交互太烂了、啊、就是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下载好游戏点开游戏、啊、你会发现你不知道去玩什么、啊、然后要国产的那些武侠网游比较容易有就是内置的师徒，这什么师徒啊结婚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很非常符合他们的FF14都有内容，结婚也有啊，我也结过，啊、对，后来分了，啊、还重婚、啊，行，戒指讲讲这个，戒指拿到了那个公证处，给我退回，啊、但是那个陆星鸟给我留着，啊，结婚送陆星鸟，那俩人一块给谁结呀？跟以前女朋友，后来分手了，没，但我没搞过网恋，有、哦、女朋友现实中的，哦，啊、好讲，这故事有点，必须得，我从来不搞网恋，这故事我觉得网恋太攒劲儿，挺没劲的，嗯 嗯, 嗯，但你说那网恋就是我见过最攒劲儿的，就是。我以前我在 EVE 玩 EVE 的时候、嗯、我是这个创世的对家，就是、嗯、我是跟他们打，你是贩蛮的、对啊，创世算吗，哦现在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应该算，对，当时那个他们的头 CEO 套司令、嗯、一段佳话，就是能传到我们队，就我们作为他敌人的一段佳话、嗯、就是他媳妇儿是后勤官啊、嗯、补传叫嫂子补，
我当时羡慕死了，我觉得啊，太好了，有事找嫂子，对对，就是那种啊，这么脏啊，嗯、太油腻了，太油腻了，不是太油腻了啊，太油腻了，对，但是就说那个，就是网恋这事儿啊。啊，我不是刚才不是说过一个，就是打秘境总得带上他，比谁都积极啊，但是机智又菜，输出又菜，嗯、对这种事。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总得带个女人。这话说来难听，但事实就是，我就只说具体这个人啊，哦、没有说环境问题啊。嗯，就是我们每次每个版本回来玩《魔兽世界》，打秘境或者打个团，他都会带一个不同的女朋友来哦，来团里，而且一定是网恋，网恋、哦，而且岁数都一般大的七八岁啊、嗯。他是一个比岁数比我还小的杀手。对对对，就那种，对对对，还能这样啊？哦，都会说。您说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当年，当时不说那个太阳井把那个就是曾经辉煌的工会团队砍黄了吗、嗯？当时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团队里充斥着各位的老婆啊，对对对，啊、就可以展话题到这一步了，就特别亲友，嗯、就是。太亲友之后就根本上不了强度了，是是是是是。最开始那四十人能打的时候，就是那四十人真军训，就是网上往那站就是四十个人拉到战壕里，互相认可对方玩、哦、是尖兵，就是尖兵连玩的水平，对啊，互相认可，然后每个人都想好好表现，在一起就是，然后都好了之后吧，开始。龙马，我跟你说，大秘境适合你，真的、嗯，得亏你现在不玩，要不你现在要玩大秘境那疯、哎，真的。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有点截然相反啊、哦，我这边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冰 DK。巨牛逼啊、哦！所有门全开大秘境啊、嗯，然后呢？但是他打游戏特别严肃哦，尤其在打大秘境特别严肃，就一进队，大秘境倒数五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插钥，当那一下开始，换上一个面具，不止换上一个面具，哦、拍整个那个、哦、整个语音频道里面没有声音啊、哦，就没人敢说话啊。是，但真不是我这个刻板印象啊。我作为一个11.0的奶妈，嗯，我觉得我不想跟。魔兽世界里的 DPS 职业聊这版本的大秘境，咱俩不在一桌上，嗯、不是一种苦难。你选择玩 DPS 不聊游戏，你就不要跟我聊大秘境、啊。你也不用跟重点不在职业平衡这块，重点是在他真的是。你这氛围很好，因为我玩 EVE 的时候，我们还得维持纪律呢。嗯，嗯那倒是。不许他妈在语音里瞎他妈说，不许在白 LZ 说话。我觉得，不许他妈。这是一个我还蛮想聊的话题，就是后来我不是打零式，一开始大家都嘻嘻哈哈，就零式的队我们是比较固定的，嗯、但是零式的有的人的队对上强度，他不愿意打绝本，然后我们那个绝本后来就一起打的绝本队也是相对固定的，就是从简单的绝本开始打，嗯、打到那个绝龙师的时候，嗯、本越难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是的，这种问题，特别是像绝龙师这种 说话，就是在云里瞎说，在云里瞎聊的瞎接话啊，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队长，其实FS 不怎么叫团长，一般队长，嗯、队长人比较少嘛、嗯。我作为队长，其实第一次受挫，因为我一开始作为老大哥，我是很擅长捏合大家的关系这种感觉的，嗯、包括大家有一点小矛盾，我都很好的去解决、嗯。但第一次受挫就是在打绝龙师的时候，当时已经推到 P5 P6 了、嗯。这个本的特点呢，就是你 P5 P6 其实是很后面的机制，嗯、但是。之前不是说过 FF14 的它的那个绝本像舞台剧吗，是严丝合缝的，你排到后面的时候实际上才到一半，嗯，就是你这个本开荒比如说要100个小时200个小时，但是你排到这个本比如说17-18分钟，你打到15分钟左右进度的时候、嗯、实际上你的总进度才到一半，是因为你每一次打关键机制是要练的嘛，嗯，打到每一次打到这儿的时候你都练习成本都特别高，你练不到这个机制、嗯、然后呢前面又很熟了嘛、嗯、大家就开始就边打的时候边聊天、嗯、聊聊着死人、嗯、聊着开始死人、嗯、聊着开始死人、嗯、就很急，就有的时候龙师的 P2 恰恰是最难的、嗯、就是有一回连续死了好几次 P2 之后，我都不理解，就现在你们都有语音了，为什么聊天还能耽误玩游戏？就是太婆了，你知道吗？连续死了好几次之后，大家还在那儿，有几个人，因为就你这个，我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红温了。那时候就但是一边打字聊天一边拼输出，你知道吗？哗是技能循环，然后跟打字，哎呦真傻逼！但我想公正的说一句啊，现在道德循环比以前复杂太多了，你知道吗？有人就以前有人还我爹以前玩天骄的时候，嗯、后面有人追他杀，他一边跑一边走位一边骂街打字巨快。对啊，有人还在，比如说战场里一边 一边 PVP 一边打字，我的妈呀！是有一个朋友就说。这个还在那儿聊，因为托尔丹大喊一声，别这么说。对对对对对，嗯啊、就是还在那儿聊，我印象特别清楚，在那儿聊托尔丹的高跟鞋、啊、说托尔丹的高跟鞋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 P2 打了太多次太无聊，然后连续死了几次，突然有一个人
很尖锐的说，能不能别他妈聊了。我知道。然后语音很常见的情况，一下子就沉寂了两分钟。作为队长你怎么办呢这时候？然后结那天就是那，因为 FF14 一般都是比如说晚上上班九到十一点上班，那时候刚刚打到十点，然后打到十点的时候退本了。就是你重新进 CD， 因为龙狮这个版特殊点在于你还得重新打一遍，不想打了。就是那天我就开始愁啊，就是打，就是这种，我只能说怎么，而且最关键的是刚才不是有个伏笔吗？因为我也菜，我也是聊天会死的那个人，我也不好意思去说什么，然后我就说大家冷静冷静，放假放个两天，歇会儿，然后那搞这种事儿。哦、这种事儿你们怎么解决？我解决不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敢想，就是感觉我自己人格有很大变化的一个事儿。以前我在魔兽本里，我是负责那个，就是拧绳哥，你知道吗？拧哎，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是辅助团长搓水啊，稳定团里情绪价值，你知道吗？对，就是那种，因为我是我们团机制猎人，跑机制，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有人死了的时候，我会说没事，我给你补位，没事没事，我还能整，打错了我会先说没事，我跑错了，我然后对，包括什么有没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皮两句，说话人太多的时候，我会接他们话，然后说等会儿听团长的指令，就是我就负责电，就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玩机制猎人的时候，我就负责皮，比如说真灭了，或者说我装备确实差，或者我打确实特别差，因为我确实玩机制猎人，你他妈输出也高不了多少，做这个事儿。然后如果我玩奶的话，有的奶真容易急，然后我说没事，我奶我点他了，我点你别管，就我就习惯性的接这样的话。然后假装生气，再他妈出招之以放生啊！就是，我就负责，我有一段时间在团队里负责干这个事儿，干太饱啊！对，那不行 啊！就是团长急了呢，哄团长，对，家人急了，不是哄别人。就那个打副本的时候，那个负责指挥那个就是那个频道，就应该啥也没生着没有，就是指挥那个理论上是，因为你俩是40人的，对，而且你那个。你是黄金时代的，然后剩下的你们想聊就再单开啊，小频道，对对，以前这个事儿在 FF14 是绝对，你们聊去呗，底线，对对，不允许，然后还互相还说别的人坏话什么，对对对，这包括就是私麦，这叫私麦，开私麦，因为我那个时候玩，我就意识到了，就是我们当时组的团，大家真的就是下班真的是为了轻松轻松，你也确实不应该，因为对，你看夜翼行军的时候，谁瞎鸡巴说话，整个五十来人全他妈抱着。你担得起责任吗？是不是担不起？所以那个时候是真军事化管理，包括我们那个时候 也需要军事化管理，就是什么过门行军出问题就扣钱，就真扣啊，真扣啊，然后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EVE 它，所以它有那个氛围，然后后来也可能是因为玩过 EVE 怎么，然后而且我当时玩 EVE 的时候，我也能瞎逼说话，因为我是街机驾驶人，我就是那个谁过门谁傻逼，然后街机先过，就我是那个啊，所以我。也必须得开麦，得报情报。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在那个时候很喜欢这么急，就是团长急了，我就讲笑话。但是如果是团长有点注重注意力，我就负责那个接他，帮他捋啊。有一段时间我玩魔兽在团里也这样，就是也我觉得就挺逗的这个事儿。但后来就不这样，我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就我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回到那种我就一定要独狼，我不想在这个游戏里，有任何互动那个程度，大概也是就是九点零。还有一个环节就是那个复盘的时候，因为你每天打完了之后，因为有的本你天天打，就天天上班上每天两个小时，又打好几好一个月两个月都才能过，然后你每天复盘的时候都会复盘一下今天谁犯的错比较多，哪个机制犯的错比较多，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比较简单的本不会记，下回咱们踢完球每回也复盘。我后来就怕了，我已经忍你们好久了。我非常不喜欢这套，我也是，我怕这个。尤其是我在跟那七个女孩玩的时候，我是到最后明白了，有完没完啊？让他说，我得摒弃一切。我高中天天跟七个女孩一起回家，我跟你说过吗？你说回谁家啊？回哪个家？多大？几平的家？这个确实。F14 确实女生多，就是不是女生多不重要，就女生就我认识的这个玩的最好的女生是我们鸟区前五的进站之一。我认识的太牛逼，我认识的玩的最厉害的也都是女生。我玩 F14 玩不了进站，不知道为啥，但是总死。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情况 ，F14 进站就是最难。是啊，
我玩不了简单的吗？我打了七个版本近战，完了鄙视，哎，我被就是哥鄙视了，没有，就是我 logs 不高，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我们队，因为真的是一句话都说不了，他们在聊天都巨开心，聊的都是那个。各式各样的剧情里的事儿，或者那个对笑话，但是然后但我觉得这剧好，这是我最喜欢的。操作开始变形，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加入他们呀。而且我最后我们就是他的嘴脸，我们你怎么意见那么大？我们对最后我们对最后有一个，我就是强度哥呀。啊，是我最感动的事就是我在 F 十四里的这个团队打起来什么的语音，大家聊的都是这个，就是我在网络游戏里最不能忍，大家特别投入剧情，我特别高兴。那应该我那两个朋友跟龙马一样，都是揣哈侠，强度党的那一块的。我是武士嘛，所以我的仇恨永远第三，这是万年万古不变。你可以闲聊，你可以搞只要替三必得打搞东搞西，就是你只要你只要那个打得好，你愿意他妈搞啥搞啥，你有余地你就搞。每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每次那个 boss 死了，一定打我。对，然后只要替死了就如果接下来是死刑，就是单体高伤点我，我就会原地放默想啊，然后那个开个心眼儿啊，然后大家就七个人躺在那狂截图，然后大家拿当表情包用。最后就是对，最后我发现啊，情绪比那个战术重要。是，嗯，只要就是他们聊一会儿就不聊了，就是会开始那个认真打的。是，我觉得这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如何让。哪怕 FF14 只要八个人，如何让这八个人想的一样？就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就是、你是为什么来的？你为什么进这个队？对，你是为了过本吗？上强度，你是上大秘，你是为了过本吗？你是为了搞强度吗？那你有别的队？你来我队干啥？我都做那么漂亮的一个 Photoshop 出来的小图片，我都写了，我还放那个豆芽的图放进去。啊，你可以来啊！但我跟你说，就是网络游戏确实，我后来想想教会了一个事儿，就是做成事儿。要把这事儿做成，确实就罗哥说的，有的时候是人和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就是你军规都弄好了之后，让大家不愉快，有的时候过不去。对，我这边不是所有场景都靠军事化就能过。我这边就两个那个就是确实有点绝活啊，除了刚才冰迪克还有一个萨满，治疗电萨都特别牛逼。嗯，然后呢，他们俩带着一个新的准备在新版本玩 T 的一个老朋友，嗯。然后开始从开服开始一直到现在，哦，结果给人打崩溃了。是啊，崩溃了俩礼拜不玩，一个礼拜快俩礼拜不玩了，直接消失了。奶还没崩溃呢。然后就是因为他两个他们两个的要求特别的高端，啊，人家第一次玩 T， 我能理解，自己玩 T 不就完了吗？你要求人家干嘛？然后但是他俩人教他，然后因为都是认识很多年了，一起玩了好多个版本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一开始跟他说，要不你别玩 T 了，然后他说不，我就想玩玩 T， 我想试一试。所以我从来不跟 DPS 聊天，你要只跟 T 奶聊天，开始攻击。然后 T， 然后那个 T 就是，然后两个 DPS 都劝他，你要不别玩 T，你跟我们一起玩 DPS 吧。啊，谁玩 T 的呢？然后他就说不行，我就想试试，我想学学。哦，然后他就，然后他俩说行，你想学，然后因为他们俩都是玩 T 玩过来的，然后呢，你想学行，我们俩一块教你。嗯，完了。结果给人教崩溃了。我是他，我听这句话当场删他俩好友，保住我的好心情。就是，不管从他从近战 DPS 有兵 DK 告你该怎么拉怎么拉，嗯，并那个电萨，然后带跟他一块打，告你该怎么拉，应对法术的时候怎么拉，然后那电萨咔切一个奶，我奶跟你一起打，我告诉你，你哪个技能你开减伤没开减伤，你怎么走位，然后呢，你能不能别用那鼠标点。哦，就这样，我不咔咔咔我就要一通输出下，那 T 直接崩溃了，不玩了。但是我们 T 也是这么崩溃的。哦，我们 T 是我从 FF14 拐过来的。他有一个，他来之前信誓旦旦说：“哎，我就要看看你们魔兽世界能比我们 FF14 难到哪儿去。”嗯，啊，我说那你玩，其实没难到哪儿去，就是不一样。那你玩 T 吧，就不一样，节奏就觉得节奏也是道心破碎了。嗯，然后他现在自己又偷偷就是隐身啊，他自己账号战网隐身，上去了玩自己的特别最早那号猎人，在那偷偷玩，玩挺开心。到最后道心破碎都玩猎人。然后我他以为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上号，结果一开公会，哎，公会名在，然后战网没有。嗯。然后就自己，我们就在语音里面，他也没上语音。我不明白网络游戏这个玩意儿，就是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嗯，认真，嗯，这就是绝活哥的态度。绝活哥是这么说的，多简单，对啊，绝活哥是就是这样。是，但就比如说你们说那 T 不行，他哪儿不行啊？他就是技能不知啊，后知后觉，嗯，后知后觉，挨完砍开减伤，对，嗯，有这种情况。然后就接了怪，发现自己哎呀没能量开技能。那个游戏的设计的时候，那个怪不会平原无故的使任何技能的。他有是道理，都是这个道理。他有时间轴，人是人嘛。龙马得玩玩大秘境，我觉得对，我也觉得是，不然没法聊。真的，真的，真的，你跟我来。我觉得你想象中的高强度跟现在高强度不是一回事。对，
而但是我说，我就想说绝后哥这个事儿。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热衷攻击绝后哥，破坏这个社区的和谐氛围。但我四十二是很强调社区的。但我后来就不怎么说，是因为我确实认识了更多更牛逼的。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游戏再难，他肯定是，比如说你有玩的厉害的人，他肯定是他特别厉害，手特别快或者什么反应快，这不管，他肯定能够更高的水平嘛。但是我觉得那游戏的再强度，他也肯定是只要是所有正常人，只要你。精力就是你的注意力在这儿好，就是正常的，别犯傻杯。嗯，就是我体验一下，现在魔兽世界不是这个游戏，不是这句话，就都能达到，都能达到一个可，比如你是 T， 就最起码你是个能用的 T， 你可能现在魔兽世界不是现在魔兽世界不是这样，魔兽世界不是这样的，对，就哎，你知道吗？这句话跟我这边的，对，这句话跟那绝活哥说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前上个礼拜刚听完，我的意见是就是说，这个 T 你他妈的连两分钟都不能专注吗？嗯、我的意见是现在版本一模一样，现在版本的绝活哥太难了，先去治治自闭症，治好了再来考虑一下。哎，我就不是，我就想说，我后来身边认识的一个特别厉害，那世界那么难，很多人玩不了啊，是很多人是啊，就到这个地步了，是啊，现在十层大秘全所有玩家10%吧。还是20%，但是我想说，就是、啊、过十倒是我也过过、我之前认识的朋友里有一个法师绝活哥，我觉得后来我意识到，其实不跟绝活哥没关系，可能就是人境界的不同。他就是打断层高，但是就是巨潇洒，来就打高，打高事了拂俗就撤。对，这种是最有魅力。他只攻击跟他比较熟，比如说攻击我，我觉得这就对了，就是特别好，所以我特别尊重他。没法，真没法组织，就让所有人都想法一样，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对各种不一样的性格追求。有的人他就是想图一乐，就是那种在游戏，你比如说你打个那个高难本，你不让聊天，让上班，那他。这个游戏的获得感，他就没了。看追求，人家队就说了，我是首周队，而且我不在首周，所以没有不让聊天。对，所以别的频道聊，所以我非要开私奔，我操！所以骂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我刚刚准备说啥来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像萝卜那样，一开始我做一个 PPT， 把所有的事情全都交代好了。我 PPT 可长了，写份戏。对，甚至现在。FF14 它有点但是我不太喜欢，但是我认可，就是什么全男队全女队都有，给你在招募的时候直接把性别给你是全美娘队，我觉得啊对杨丽队全 gay 队，牛逼，这个社会啊真好，变成这个样子多样了，不是我还是追求强度好，我还是追求强度好吧。对，但是我尊重所有的，就你一开始写清楚了，你尊不尊重没有意义，是人家不需要你尊重，对，也不是客观的，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在打一个开荒的，就是你们都在那个时候，比如平时你们打完这个了，你就平常玩别的什么，反而玩别的副本啊或者小的或者什么，那就该聊聊，该就是 对吧，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就别再整没用的了，要不然你就别进来。这太古典了，这价值观，现在都感觉网游没有现在的那个大秘是这样，大秘是这样，对，大秘冲层是这样。因为 FF14 是另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排练。就是军训和排练是俩东西，是军训就该站军姿，那就不能说话。是排练就是可以说话，对吧？是刚才是刚才录之前，萝卜还排了一下序，就是如果排下轴，如果说难还对轴还对轴，最难的应该是这几个当中最难的，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是那个 FF 这还有绝呀，让人骂呀，我操！绝本无攻略，就这个，因为有一层解谜在，对，有一层魔兽现在解谜比较差了，对。那 FF14 的解谜在高难本里是一直保持，是有这个传统的，对。如果还要从台词里找解谜 ，FF14 国服因为不同步嘛，对，所以我们打的普遍都是命运二解谜，命运二首杀，命运二 Day One， 但命运二不是网游啊，命运二是 Day One， 最多我们瑞的才几个人，你好意思开出网游级的直接给你开瑞的，命运二是黑莓瑶，我打过 Day One， 我还通了，咱不说好不聊游戏的吗？我就说不聊游戏，不就怕这个，对。这不是不聊游戏，这是你们合伙起来攻击我命运二，就攻击命运二，攻击命运二，有人有反对，有没人反对啊？是因为是其实是因为没有别的意思，单纯的泄私愤。对，网游的社交关系是就是或者说就是这一个空位十几个人是个网状关系，对吧？嗯，命运二是非常清晰的点对点的链式，然后链但是链程很长。对，就是命运二是这种模式，命运二连40人本都没有，真是。我你别说，听听想想。哎，命运二是几个人玩啊？3-8。对，现在有两个人的本儿，嗯，就是必须两个人，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双宿双飞的，对，哎、一起一起坐牢，哎，听着不双人成牢，听着不错 ，MMO 很少两个人的本，叫什么命运没玩够，玩去吧，对玩吧，喜欢上强度，大命没打够是吧？就是给你讲一个那两人本的一个简单机制，你一个表，我一个表，我看不着我的，你看不着你看不着我的，就是那个拆炸弹那个，对，炸弹就是我插 QC 啊，你那边。
你那个表一点六点七点没亮，我这个表三点六点七点没亮，咱俩要靠出来哪一个指针表？对，而且咱俩要在十秒内还是多少秒内看出来的，就是谁还不是个表？说哪个数不一样，打哪个？奥莱夫斯，就这种。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想想这个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打竞技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技能太多，我把一个技能设成了 Alt 加四，我也干过一模一样的事。而且那天我还在别人寝室，就在我一个高中同学的寝室里打，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打很高的分，然后那个、就是、打算消失，卡吧，真消失，窗口消失了。啊，我和一个我和另外一个就是弹刀贼，就是我们工会里那个弹就是双弹刀的那个贼，他刚拿完弹刀，完我俩去打竞技场，然后对面是两个圣骑士，就七十级最他妈臭不要脸的惩戒骑，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然后我们俩就是组双盗贼，就是连续惩戒了好几对这个惩戒骑了，是，然后就黑惩戒，对，然后正在那个别人寝室里给人演示这个杀惩戒骑的，就是然后退出了，然后他们都愣了，我说这就是高手吗？消失，伺机待发，消失，打到一半决定退出比赛。大侠风了，速退，事了拂衣去，对啊，然后紧接着那个他就不跟我打了，不懂，发现你会真消失，是，我是那个开减伤 F 四开减伤放到奥加四，摁成奥的 F 四，太习惯了，主要是，我现在是经常会摁出截图这个键，哦，开始那时候因为其实太厉害，啊，截图俩刀也打不过，后来我们发明出了一个打法。就是我负责控制，他负责输出。哦，那个弹刀，那个能把成圣骑士打到开不出无敌。我操，那太厉害了！而且他写成战斗，双重斗，PVP 打战斗啊，不是七十级最一开始最不会打 PVP， 他就是纯 PVP 玩家，然后当木桩打呗。被我拉来了，我说那个消失啥那些技能他都会吧，是吧？你就说你就当 boss 上去，你就按照正常输出就行啊，最高倒计时输出是吧？别的我来，我给你点一个，然后我就把所有那个把另外那个控制住，然后另外那个就是我先出来吧，然后让他们都打我，然后我都是穿的那个耐性装，就是输出特别低，然后全都是那种堆血的各种堆血的东西都上来，而七十级韧性了，血量跟战士差不多，一个档次，然后他俩上去想把我害死，然后发现打半天这个血只掉一半，完突然出来一个弹刀贼，咵血没了，就是打你个出其不意那种，见过这种，对，后来就强退了，对，退这一次，寝室人都愣了，震惊说：“我咱们出去吃饭吧。”我在网游里面 Alt F 4用的最多的是《命运二》，哎，你看吧，跟他们打那个全程不死人那个，嗯，就各种各个。各个本都有那个全程不死人通关以后，退的不算死。对，你就是他们所有命运二的 raid 里面都有跳跳乐。嗯，哎，就是你只要掉下去死了，那你这个本就这些人所有就重打。哎，邦吉的跳跳设计还挺好呢，特复杂。然后跳半截真的是跳半截，就所有人就准备好 Alt F 4啊，谁感觉自己跳不过去，直接 Alt F 4。嗯，然后就为了保那几个能过去的，然后让带着他们再打完。但这玩意真有，那时候玩那种就是叫就。魔兽是没有这个内容的，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从那跳下去。对，嗯，现在也有点。F 十四是专门有一个内容，是让你跳独木桥啥，让你跳，就是我都觉得那只是就是这个就是场景设计中的一点小趣味，嗯，就是别让你太无聊。哎呦，后来，但你妈真的就有人过不去，操！那个哀嚎主角，哀嚎那个有一个眼儿，对，哀嚎那个孩子，黑暗神，黑暗神有在那个遗迹上头柱子那个水上头跳。嗯，当时我就觉得，哦，这设计挺好，挺有意思啊！跳一下，嗯，然后我在那儿，我说，哎，怎么只有两个人过来了？嗯，他不是一个没过来。嗯，然后我就看他们在底下，这怎么上去？哎呀，跳不过去啊！现在给了根绳子，就过去的第一个人可以把绳子放下来，把下面拽上去，这么闲，因为真有人过不去啊！是，对，对。当时我就暴雪那个人肯定也没设计，没想到说这他妈还有人能，我就是就能，我就加点趣味而已。你这真能卡的这玩意儿？因为我是知道有的人不没有空格键的，空格是个技能。哦，我也见过，就觉得跳没有用。那是，我觉得这种人都戒过毒。玩魔兽能不跳的人，玩魔兽能不跳吗？不跳能要死，太牛逼了！玩所有游戏能不跳的，能跳就跳。对啊，那他们是不是没有用过新版本的团本视频奸邪发射器？啊，是吧？对，你用一下那视频，他会给你随机任务，比如说去接个球啊。所以有人要跳，然后有一个任务就是跳三次啊，怪不得。现在有一个视频。开了之后是一个30秒爆发，嗯，但是30秒结束之前你必须跳一下来取消这个效果，否则晕你5秒。哦，
哦哦，我知道那个。这个东西难不在于最后跳那一下，而是在于中间不跳。对，我一个玩近战的，我操，确实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怎么可能不跳呢？玩远程也是，爆发都得绑定跳的，就是不就闲着没事都是跳着的。对呀，对呀，是，感觉他成二人转。就是哎，技能用完了，攻 CD 再转，我这时候干嘛呢？跳左右左右跳，左右左右跳。F 十四攻 CD 之间能跳三下。是啊，攻 CD 好呢，攻 CD 太长了，我在家把。打完第一招，通勤去公司打第二下。你跟我们队武士一样，我们队武士也是跳着打。嗯，武士技能又少，除了读那个雪月花的时候不跳，那玩蝰蛇，蝰蛇就不跳了。哦，是，但是对啊，就是这种习惯嘛。嗯都是说好玩聊网恋，没人聊网恋的。聊说好玩聊网恋了，给我说，我说完了，你们聊。哦，我们没有，我们这全是没有。对啊，上哪全是和尚团，特健康，和尚队，我没接触过，就是特别清一色的，都是已婚人士团啊。对，已婚人士，不是，我是。那就要听已婚的网恋啊。对啊，不是已婚的，没有，不是已婚的，不是网恋，已婚的是今天。不好意思，媳妇让我睡觉了，打不了了，先下，就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怎么都这味儿了？就楼了呢？就打，别睡了，玩会儿游戏吧。就打半截儿，身体这太油腻了吧？太油腻了！但是，我最后因为在国服最后待过的一个团是一个。很洒脱的海盗团，嗯，很逗。然后那个啥叫海盗团？就是干坏事儿。怎么说呢？你在00驻扎的话，真是准军事化的要求。然后比如说你在黑洞里动团是另外一个画风，比如说在高安混高安的是另外一个画风。海盗团是这种就卡在这个低安边界的这种团。然后对我在那里见识了很多，让我问了一个问题，要是说出一堆我听不懂的话，就算了。见了很多大脑升级的打法。嗯。然后那个团的大哥是一个吉林还是辽宁大哥来着，就是口音很重的，嗯，然后很敞，辽宁的，对，是敞亮大哥。然后他最逗的事儿就是他会经常在带团，一般是结束的时候，然后很高兴说：“哎，散了，哄媳妇去。”嗯，每天哄媳妇，每天都有这句，好东北，特别有意思。还有就是啊，等一会儿那个媳妇下班我接，就这种。然后就是在家就是他跟他媳妇说话是另外一种。语气就是他不吼我，就是性格都很好，但是他在媳妇面前说话是另外一套画风啊，从来也不闭麦，就特好，在语音里就看到跟他媳妇巨恩爱啥的，很神奇。这就是我在家打跟队友连麦的时候，我都用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头套耳机，都用变声器，我用的是那个挂颈的，所以变声器我有，找我要。挂颈的那个特点呢，其实你说话，所以那七个女孩以为是八个一起玩是吗？以为是八个女孩在一起玩，相当于是外放，但是这个外放不会影响到队友，就是你的听到你的声音对队友是听不见的，但是你的声音和队友的声音，我老婆都能听见，就是我老婆她有时候也会，哎呀，这个零零后怎么零零后妹妹天天跟零零后妹妹打游戏，因为这不大耳瓜抽，然后对大耳瓜抽你。然后零零后的弟弟妹妹也会说，哎，这什么你老婆都不管你玩游戏的什么啊，管好好好爽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也要有这样的生活。我说，就是这种哎奉承话、哎、汤话。但我的经验是啊，就是在这个网络游戏里，对女生最刻薄的是其他女生。我操，这话题太可怕了。嗯，我感觉，嗯，但我确实有个经历，我经常听到，就是那个团里慢慢女生变多了之后，嗯、然后就是那个对，有那个、就是、客观的，就是之前我没经历过的，就是他们互相背地里讲对方的就是坏话，就说那个是特别嗲、啊、什么然后跟人要东西什么的，然后这个说那个什么就是特别特别装啊什么的，就是你别说，那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听闻的 EVE 当中的故事，但是 EVE 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就是 EVE 有一个远方的概念，男的在游戏里 是对女的就是我就有一种天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魔兽也没有奉献精神，像小孩感觉，对，就是哎说对，然后就真的是刻薄的，尤其是那个年代吧，啊，是，就是现在好一点。我的这个故事完全转述，就是我就是完全听来的，完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我就想说，这是EVE的魅力在那个有一种逻辑上的距离感，明白吗？魔兽是没有这个距离感的，嗯，就是EVE你是真的就是当一个远方的事听的，嗯，就是你会习惯于听它，那个地方跟你就不一样。魔兽算是邻居的事儿是吧？魔兽，你不觉得魔兽所有的东西在逻辑上最后可以压到一个点吗？就是你没有那个你不明白的事，这事是哪个服哪工会的都能点出。对对，就是很，啊、但因为就是大家乐见得，比如说我在南非塔，我就觉得费德克是他妈的我都不知道滚哪去，大荒野是什么地方，我没去过啊，嗯、就是
会是这样，因为在地化的有很多玩法是不一样，但是那个就是离我们还挺近的边防军团，过年应该是过年吧，歪歪弄个活动，就因为唱歌啥的，唱歌，对，就这个团的这个军团的姑娘唱歌和什么执行军团的是，反正就是本来大家一起闹、嗯、就吵起来了、啊、吵起来到因为唱歌咋能吵起来呢，我他妈都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啊、哎、抢麦呗，对，然后就直接给人家边防军团就踢出去了、嗯、就在零陵边界，就是人家是驻防军团，就顶着红，对，然后就吵什么吵了好几天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像是个远方事呢、嗯、就是那种为了避免驻防的士气氛，然后我们的指挥官说别他妈别聊啊，别他妈天天就问东问西的、啊、对对对，就这种事儿，所以我就只是听一下，但是我当时就很感慨，我说至于吗、嗯、就说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哪个军团也不知道咋地，然后就有这样的事。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是不一样了，就那个时候确实是没什么女孩玩家少一点，老游里相对肯定感觉不同的游戏、嗯、哪怕说剑三里说多就是被说女生多、嗯、那也是在那个游戏肯定也是50%以下的，就是相对是少数的，嗯啊。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讨厌那种就是一听说是个女孩、嗯、然后就表现的完全不一样的人、嗯、我现在也讨厌，对，我觉得最对对是啊，对，就是他就是个正常玩游戏的，是他是男是女你就正常对待他，你也不应该表现的更好或者是更什么的、嗯、你这个议题也挺古典的，感觉十年前你也一个搞得我现在都不敢玩我那湖人的术士，就正常的湖人的、嗯、但事实上客观上就是你比如说在语音里一说嗯，经常就是在玩在一起下班的时候昏昏欲睡，然后突然间在那个语音里冒出一个甜美的声音说、嗯、谁给我搓个石头、嗯、然后马上就他都他妈精神了，你说这个经历也是我现在的在魔兽从来没有体会过，大家真的确实都鸡巴哥们儿，我还挺讨厌这个的，对，都鸡巴哥们儿钥匙都他妈要黑了还管你男女、嗯、但当时确实就会有一些女性的玩家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个事儿、嗯是、嗯、现在也没有，然后就大家都在进步的那种那个2.0的 FF14、嗯、当时全服务器会去一个 YY 打狩猎，哦，对，那个时候狩猎还对，然后谁发现了那个怪在哪儿，就在语音里报一声，然后所有人都乌泱乌泱把他砍死、嗯、啊！然后突然大家在那儿找着，突然有一个女特甜美的女生、嗯，那个地方叫小阿拉米格，嗯，啊、别说，他当时有点方言，你没开变声器，想吐了。他那女孩来就小阿拉米格，然后当时就一副唐山的世界频道都在爆笑，太好了，小阿拉米格，然后就嗯，多好呀，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是现在我现在好多了，这个不太接触到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在于我后来接触到 MMO 才发现，在外界完全不接触游戏的那些人眼里面，游戏几乎约等于 MMORPG， 所以是，所以有时候，所以这一点对人接很多人的第一款游戏也很容易是 MMORPG。是，这是我瞎观察呀、啊，就是那种它的对游戏的引领性，就是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大家通过，我觉得 MOBA 玩家表示不同意，嗯，第一款英雄联盟哦，现在都不是王者荣耀、哦、现在一提游戏就是 MOBA、啊、嗯，王者荣耀的社交属性就是新时代的社交属性，嗯，或者吃鸡就是他们、那个、但是那个就更不一样，成为了游戏这个话语、嗯、话语语境外的这个对游戏的这个、哎、但是无论如何其实这类的游戏要构筑的那个空间最开始就是一个 MMO 式的空间，没错，它现在是被拆成了一个就是看起来不是 MMO 其实本质上还是那种东西的，是的，是的，一个氛围。在 MOBA 游戏出现之前其实很多时候说的沉迷游戏这一点、嗯、不是就是说网游嘛，很多老一辈像萝卜那种家长还其实还是挺少的、嗯、就是老一辈的家长会觉得沉迷游戏这个事情其实是沉迷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嗯、我没有办法把你从那个世界里面拉出来，他们能理解的这么好吗、嗯、就是我感觉是这样、啊、话这么说我爸妈该打也打我、嗯、就玩的是哎，话这么说我得分享一下，你爸打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理由，我得分享一下，输出怎么那么低、啊、对真他妈给道德丢脸我得分享一下我大学宿舍 的我得分享一下我大学宿舍的故事，就是我 大学第一天就过来一个就家长，明显是那个4号床的家长跑过来，突然跟我说四号床，嗯，就跟我说你确实、那个、你是学校是学进你进的是学校是吧？第四的是吧？对，就在我们四号床他分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都穿白大褂、哎，你知道八号什么叫八号吗？然后他就说你好，我是那个谁谁谁的家长，我说我跟你说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哦，我们家谁谁谁是被上一个学校开除的，嗯。那
他玩游戏玩的，是我同学吧？对，我是被上一个学校开除的。嗯，你一定要控制他。哦，就是看帮忙看着。凭啥呀？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哦，有什么问题，你联系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不对。哦，我的建议是帮他买一台电脑，放到宿舍里面。啊，让他在宿舍玩，因为他当时就是学校。他其实是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人，就是他上的第一个大学是 C9 的一个，在武汉的一个 C9 大学，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学校嘛不是985，但是也是211，也就是说他在大学荒废了3年，然后被开除了，也就时隔4年。他第一次高考是2006年啊，然后又考上来了。第二次高考还能考啊，还有资格考，还能考，重新考那时候可以考，还又考了个211。但我那个学校呢？是相对比较松的一个学校，就是学术上比较松。嗯，我就说，但是你的玩游戏就弥补了这一点。说对，我直接说阿姨没关系，我跟他玩一年，他再也不玩游戏了。赌不如输，我就说你配个电脑，因为我当时也有私心，因为我喜欢配电脑。Okay, 我说我帮他配个电脑，放点，放在宿舍，然后他有回扣，你跟电脑，电脑城是吧？就是他就不用电脑托，他就不用出去包夜。他那4年都是包夜，寝室也得有电啊，你光有电脑也没有用啊。对对，就但是我的意思，我就跟他妈这么说的，我就说寝室12、11点他就断电了。嗯，他想玩的总能玩的，他还得出去玩啊。结束之后电脑白买了。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相对比较松，我们天天晚上跑网吧的那寝室都有电脑啊，根本不成立你这个。但是我给他就配一个台式嘛，就比网吧那种环境又好，还。网吧也不玩笔记本，哪家网吧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不用，就比如说他如果是笔记本，他就会觉得网吧那好。啊、然后他配一个屏幕比较大的，在宿舍玩。他爸那个孩子他爸是不是被你忽悠了吧？对啊，就配了一个电脑。对啊，然后他就在大学玩了4年的魔兽，然后我就天天，但是我跟他上了4天班，我就跟他关系很好，就当实习了嘛，就是天天吐槽他。然后当时的网就特别差。是啊、我们宿舍的网是2兆的网，宿舍肯定都差呀。对，现在而且不是校园网，他他妈走了之后，他说我们宿舍这个网要怎么办？我说我没关系，我给你解决，不用校园网，校园网容易歇逼。我说我们去拉一个联通的网，但是当时联通只给我们开一个条，也是因为是偷偷拉的嘛，只给一个条件就是只能拉2兆的网。哦、当时比较先进的网2兆够了打游戏。对，当时比较先进的网已经是20兆。30兆了，但是他就进校园只能2兆，然后说别可以，结果那个大学四个人的宿舍，最后我们的宿舍群只有3个人，就是因为另外那个哥们儿老用迅雷，然后两个行，然后原来是这样的故事，在宿舍用迅雷他妈挺不讲究的，两个人就爆发了，你们是什么专业？腿给丫打折了，打死他！我们是文化管理专业。哦腿给他打折，真的通过很简单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让他用不了迅雷、确实是 那他妈这计算机系呢有这个物理的、啊、我们那谁敢用迅雷 啊都不用张嘴问谁用马上就被别人知道了、哎、是啊打不死你还迅雷但是我把你打成雷我跟另外一个哥们因为那哥们性格很好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哥们就比较宽容他但是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剩下的那哥们就不宽容他、嗯、到大三的时候就实在受不了搬出去了、因为那哥们不但打魔兽他还是团长、他指挥 DB、他指挥每天都指挥就是那个就包括很多 MMO 的术语什么 OT 啊什么什么都、东西我都是从他那儿学的他那个时候每个星期都打一个本就是先打那个什么爪子先把那个爪子全都打掉然后再打那个 boss、每个星期打一次玩啥游戏啊？魔兽世界啊，应该是死亡之翼吧？对，好像是，就是、对对，很后背上吗？对对对，打后背，落到了大漩涡之后，打爪子，四个台子嘛，还四个还是三个？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团长，我都特别有既视感，就是避大家的麦。嗯，就是我跟你说，你他妈的今天怎么？他平时性格完全不是这样，都懂。就然后，但是在指挥的时候。你就说是不是你责任？我操！就你分锅，这次怎么办？这是他，而且他也是，而且他的主号也是盗贼啊！真实的状态，你看他可以当团长，就你们平时没有事情可以让他认真起来，就公司地不忙的是吧？他的他
指挥的时候一般不是盗贼，就是指挥的时候他一般是什么圣骑还是什么圣骑什么猎人适合当团长，是的，闲就是闲谁当标记开怪假死完了，然后剩下就说这是纯偏纯他妈的偏见，我跟你说，作为每个版本每个猎人的循环我都打，我跟猎人有时候他也是那种什么八个号全都什么什么毕业全都练满。我说不，最后他学上咋样啊？他毕业了呀，顺利毕业了，还是得玩魔兽，听到没有啊？虽然大三大四玩魔兽，觉得哎，上学没有什么可苦的。大三大四，他还是要参加清考。啊、你想说你给因为他挂了几科，嗯、我当时也帮你说这招还有用呗？帮他、嗯，对啊，他妈特别感谢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看中鸟都听到没有？玩魔兽，电脑城也特别感谢你。终于毕业了，配齐小两边都可以啊，都吃得开。嗯、对我这就是就我当时。我当他在玩魔兽的时候，我在玩那个 PS 三跟 Xbox 三六零，就是我当时玩《最终幻想十三》哦，然后听说《最终幻想十四》是个网游，傻逼才玩网游，哦、就是这种，就是那个阶段，就正好是那个阶段，就是、哦、就因为这事儿对他有偏见，这事儿对，但我只能说你偏见都是对的，基本上都是真实情况。虽然我觉得他这个人没问题，我们也跟他相处的很好，但是他。一进入游戏状态的时候确实很可怕，嗯，就那种生人勿近的状态特别能理解。他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战场什么是竞技场，其中有一个是 PVP、俩都是 PVP 没事啊、反正有一个就对网络延迟要求特别高，嗯，然后他又是玩盗贼的、是一旦卡了一点点他就会锤桌子啊，是就平时他不玩游戏的时候性格特别好、对对对，然后耳机当时挫折教育，这个也算是对。而外设也是摔了好多次。那竞技场，我一个偷袭上去了，咔，我卡住了。那我也想砸。对，我就进，我穷。你跳到这场奥特 F 四，暴雷必修课，马上你就没有情绪了。我确实跟电脑城联合开玩笑啊，就是。他确实在大学至少买了20个耳机。哎呦我天，怎么喜欢说？每次都是我帮他买。我觉得这人在学业和魔兽以外，还有别的更需要处理一下的。是。哎，我们当时的战场团的团长就是女团长，一个就是那次聊天，我跟你说，我总觉得德鲁伊玩家都贼暴躁。对，那个大姐就是终极暴躁，是吗？但是她不骂我们任何一个人，但是她会暴躁。其实说实话，对你压力也非常大，战斗怒吼，总觉得啊，那自己确实自己做的不好，她又没骂你，你就贼不好意思，就这种。特但不是你在战场打完，比如说我在战场里、嗯、或者跟人 PK 什么的、嗯、就会衍生到那个互相杀对方然后做动作这种、嗯、就蹲起我就没有，就我觉得这不是、嗯、产生不了那种什么锤桌子什么的、哦、是我这边的锤桌的情况是那个钥匙打钥匙，别怎么说大秘境，打大秘境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机制没、那个、玩黑魂，直接带着30万魂，然后哦，那可以被小怪阴死了，会想推桌子。哎，我这哥们儿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的，但我已经走出来了，为人特别的正直了、哦。有的人他不是大学到大三大四，有的课无聊，他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弄个小抄什么的，嗯、他完全不做小抄，嗯、我说这个东西。不正不对，有不正确，然后他挂了，是，很好，然后他最后大能认识到挂科比作弊强的人，对，这对价值观得多正啊，是的，适合当团长，然后就。然后就是得我正义的化身，然后我们宿舍另外两个人为什么跟他关系好呢？因为我跟另外一个人成绩还算可以，就每次都帮他，哦，就这个地方是重点，老师讲了，赶紧背一背啊，老师点名了。老师点名了，帮他答道。我操，这么青春啊！我操，就是吧，是不是这种一说青春的感觉就丁次假死就回来了？丁次假死还那么行？什么玩意儿？丁次假死？对啊，把 boss 卡没了嘛，这不就是一种把 boss 卡没了的行为？没听懂，猎人给 boss 一下，你看你就对，天天 boss 没了，你是猎人，这就是猎人治疗开始过去捞人，然后我玩过猎人啊，猎人最重要的绝活之一，当年绝活，嗯，但我确实没杀了贡品。开始不知道啊、就这套啊、魔兽国服没了的时候我还跟老哥说、来玩 FF14 吧、可以把他拉来啊、所以就可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东西你终有不玩的一天嘛。嗯，我不知道应该不会有些人能从一玩到坚持到现在今天，嗯，但是你玩那么多游戏总有不玩的时候，包括什么官服啊、什么这些事儿、对啊，就是我是无法共情那些就是哭天喊地的玩家的，嗯啊，我理解，能理解，我理解。我说这个事情，我现在完全理解你，我肯定到不了那一步，我只能把它理解成就是啊，游戏账号是一种虚拟财产。嗯嗯，但是显然他们不是简单这么识别的，我觉得不是财产，嗯啊，不是这么识别的，不是。
他们没准有真的有社交关系在游戏里。对啊，嗯，但都这年代了，这你们加个微信都已经移动互联网了，我现在但有的人加了微信了以后就带入真实世界了，对，交流的方式和环境就不一样了。我甚至觉得你在认识人，你可以是在网游或者其他网络途径认识的，然后你们一旦确立恋爱关系是在线下，那就不叫网恋。嗯，我的意思是网恋是纯那种深交是吧？就是在游戏世界里，在线上，我才觉得就跟笔友一样，不能见面，不能知道长什么样。对，我觉得那个才叫网恋。我不同意，只要我不同意，只要你在游戏认识了，你就是网恋。啊、你们结婚到老都是网恋。他是他是网四零，就是网恋纯净主义者，就是极端主义。哦哦、你那叫处 CP， 这叫处 CP， 这个不设，这叫不设三。哦，不是第三次元，你也太会了这个。这 FF 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哦，我 FF 四，你去看 FF 四有一个八仙女那团白组的，有一个 bot 就叫十二神，就十二神，因为是不用解释这个了，就有一个微博，对对，他就专门投稿，有很多投稿就是征友，十二神征友，征啥友？但是不设三，设三有的就只在游戏里面都说好了。都说好了，那不设三的话，容易出现道德问题啊！哎，有那种家里一个有老婆，一个那一边家里有老公，所以才会游戏里不设三，所以才会出现另外的一些 bot， 就这我接受不了，挂人，我操，这我接受不了，这个超出我讨论的，对对，我也有点老，对这个事儿啊，我也是，我这是进入到一个哲学领域了，嗯、这可能需要老师来探讨一下。哎、但是我想，这个到底触不触犯这个道德的边界啊？嗯、但是你想，肯定触犯了。我在想，这个时代其实是不是我们比那个时候更需要 RO 实际时代那样的吗？哎，那个你发现了吗？达科夫啥的。嗯，还有洛奇，打个不是 MMO， 我们你自己说的。对对，是我说的，但不是。实际上是个什么状态的网游？就是跟后来的有什么？它就是在我心目中典型的前幕后时代的沙盒网游。嗯，就是沙盒网游在被极化成传奇这样的攻沙 PVP 之前，因为那个网络创世纪的要素，它里面是非常生活化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生活关系是特别溜达琐碎。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魔力宝贝里，比如说你那个宠物要鉴定，你要找鉴定师。就是里面的那个特意打散的强制你的社会关系，要保留那种活在世界里那个劲儿。啊、这个是其实从那个网络创世纪一脉相承的，嗯、只是到最后变成了传奇。其实现在魔兽正式服的那种订单系统是不是也有点？对，其实是有这个东西。对，订单系统。它现在的说生产生产制造是别的。比如说你是锻造，你想自己给自己做把剑，你就必须在锻造的专精里面点天赋，给你点到剑专精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做出最高等级的剑。然后但是你要做最高等级的用的那个定，你没有点那个天赋，因为你点到剑了，他强制你跟别人你融不出来，你必须得找我点的是融定天赋的。然后大家是在一个交易平台，在一个淘宝，在一个阿里巴巴，对对，会上的。那我点融定就做不了东西是吗？就对啊，做不了剑。你融了定了以后，你可以拿着定去找我。我是学了做剑的，我做完剑给你。就是包括现在你去玩 RuneScape， 它还保留复杂的生产线，让人强制的要互动，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就是把那个不同的专业就更细化，拆成更对对对。那以前就是我做完剑，我只能找别人给我做剑，做完剑我要找这个人给我附魔，不一样吗？对，其实是一样。但是现在保就是做成了更细化，就拆得更损了。对对对，而且它有专门的下单系统。对，就是有一个阿里巴巴，去那个什么类似于那个拍卖行似的，对，类似的那样一个地儿，标上价，然后谁给我做什么？你可以指定谁做，或者在公会里面下单，或者在世界里面下单。就是现在做出来东西分成品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同一个东西品级不一样，属性装的轻装头疼不行。就是我想，就是我的意思是，魔兽世界其实在这点上是先进的，就是大家一起玩，听起来太先进了。玩一个 PVE， 就是让玩家之间的互动又不要太深入，像个世界，你知道吧？就把那些一些所谓的东西又拢了拢。完了，我玩不了，真的。然后，所以魔兽世界在这点上才强嘛，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两类玩家的需求。我就整不了太先进的，不是，你打大明星，你整不了的是那个特别老的，就是人和人必须琐碎的捏在一起的、那个。反正我就不会再玩网游戏了。嗯，魔兽其实是比那个干脆很多，打本其实就是只要完成一个组织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但是其实很多网游比这个琐碎的特别多。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又想要，你知道吗？实际时代那样，我也感觉到了。就是大家想要一个找一个就刚性的结构，让大家人和人互动起来。那个年代的 MMO 不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健全。就那个时候还是以但我说句实话，做单机的人然后被分出来去做网游游戏，然后他很多设计不是我觉得不是单机来的，不是
这个真不是，魔兽才是按单机路径开始做网游，啊、所以、所以魔兽让会让你觉得更像游戏一些。哦，更早之前就是 UO 这系，它有一套自己的范式，这个范式现在韩国人大概还留一点，然后有一些很老的脉络，就是对那个脉络是这么留下来的。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可能有点想要那个 RuneScape， 要想要网络的创世纪，要那个劲儿，像洛奇这样的东西。哎呦，洛奇里面的生活内容，就是他要就是活在里面。魔兽其实是黑色沙漠，可能还没有那么活在里面。黑色沙漠是把这部分内容给做成玩法，就是做得更凝聚一点，但是同时又量又巨大。所以我一直觉得 EQ 和魔兽拢起来的网游玩家的群体和天堂奇迹传奇其实是两类人。嗯，然后再和后来征途什么、所以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魔兽的玩家中有一些就是永远适配不到他的体系中，他觉得别扭，比如说他想要野外 PVP， 对，但野外 PVP 不真啊，一辈子只能玩魔兽。就是或者是都喜欢 PVE 为主导的这种模式，就是他会不喜欢传奇攻杀，就是那因为那里全都只有人际关系，对，纯人际关系，纯人，因为除了人际关系之外，这个游戏几乎玩的内容几乎就是纯架子、纯骨头，就缩了骨头，就是这样的游戏。就是实际上我见过的网游，除开比如说像上古世纪尝试着做嫁接，有一波就是独立的，黑沙也是，对，大部分就是分开，有的就是就着那个骨头喝酒，传奇就是这样，对，传奇征服说到底，缩了一口来杯酒，对，跟哥们儿都得把哥们儿砍了。还有一类就是在魔兽世界里玩的就是有一群人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因为这有内容，魔兽是有内容，有那个内容，对，最后还是聊成游戏了。是，对不起，但我就想说，其实我们聊这个故事，我是觉得。这两类我觉得没有谁比谁强，就是这两类网游的结构都能生成各自的不同的故事，你发现是不是就是人的性格那种，就是魔兽的那个我们戏称叫班逼的劲儿，其实它生成那个故事其实就有一种你知道大家一起做一个事儿，然后那些摩擦的故事，然后像 EVE 像传奇这样的故事有一种江湖气草莽气，就是这两种故事。确实，我反正我一块玩魔兽这些朋友，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说去玩一些合作类游戏，合作做一个事儿。对，在没有那个在国服停的那段时间，我们一块玩了 V Rising， 还一块玩了，感觉这是一个脉络，对，就感觉是共同都那种烧到同样一个生存类的，是吧？对，还有 V Rising 就是个小 MMO， 就是一个快速结束的小 MMO 周期。V Rising 还有那个就是瓦尔海姆，米尔对，对，瓦尔海姆、帕鲁、英灵，对，还有帕鲁，对，英灵神殿、瓦尔海姆、米德加德的部落，是吧？对，我觉得这些全一起玩，他们是新时代的魔兽范式的延续。嗯，然后你买老范是不需要新范，这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被龙马反驳的。我突然觉得龙马说的对的，我反驳你啥了？就是我说那个 MMO 是很多人认为的游戏的样子啊，但这个确实是已经落后了，对，已经落后了。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大家会这个魔兽黄金时期的时候，那就是电子游戏。对对，那现在呢？就电子游戏很多就是那都是王者荣耀。如果命运二是的话，那全境封锁也是。嗯，全境封锁一好。咱说句公道话啊。嗯。怎么轮也轮不到命运所以就是这桌的，对，就是我想说的虚的，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在渴望网络游戏的新结构，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渴望像以前传奇那样，但是不要像传奇那么油腻，那么其实攻打招呼嘛，就有可能刘老师说不定能聊到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没听到他聊过。你刚才说那么多例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我还玩过一个网络游戏，嗯，但是肯定被大家遗忘，因为特别怪。金牙是魔兽范式，是特别典型。怪物猎人 Online， 哎，我也玩过，我也玩过，玩过，当然玩过。他你看，你不觉得神经病游戏？嗯，就他真的是怪物猎人，对，然后也真的 online， 是，就是完全一个神经病，所以死了嘛。就是对，我觉得怪物猎人其实是很先进的。我觉得怪物猎人的 MMO 一样的社区属性，你说他那个 online 是很先进吗？不是 online， 我就说魔兽掌机玩怪物猎人这件事，形成的那个玩家群，也是一种网游是吧？对，其实是一种。但是他后来在。就是那出了世界之后，不是尝试了这个新的这个什么吗？嗯，玩 人数什么的也都，而且很多人真的非常喜欢十六更大的大厅了。世界是多少人大厅了？不知道那个氛围。世界我在世界里都是支持到后来打黑龙。世界是二十以上人。对不起，黑龙十六还是二十？我觉得反正是人很多。因为那个游戏上了强度之后，你是排斥组队的。那个明赤龙和那个炫辉龙，就中间有些那种。FAM 的时候吧，玩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巨魔之地啊，随时进随时出那个，那个还挺好的，就是那个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
默默的来给你打两个怪，然后默默的走，然后那种。对对对。但是那个游戏就是真的到后来，比如他后来黑龙那个，嗯，就是上了强度之后，那黑龙就是上大面镜，回归到那个就没法组队了。怪猎最硬的那部分，因为你每来十个人里，大概只有两个人会打黑龙，能帮到正，就是对不帮倒忙呢。真的，我身边有好多好多人到现在还念叨，就是喜欢世界的大厅。哎，我也喜欢世界，对，就是因为哎，你这么一说，突然想起来，咱们不是聊故事吗？就是。我在打 FF14 之前时间花的时间最长的所谓的单机游戏就是怪物猎人世界，它本质上确实我把它玩，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玩的，我把它玩成网游，包括我觉得 P3 时候的那种粘性啊，在宿舍里几个机台 PS 但我把它识别成网游，因为那个就是，对，是的，就那个人跟 AI 没有区别，就是一个机制。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那年不是18年1月份发布的吗？差不多。然后我当时首发买了，就是因为我之前只是摸过一点怪猎，我知道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怪猎。首发世界还是首发啥？世界。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些，后来这个巨魔之地啥的。对，那时候没有。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打，哦、我自己打蛮恶龙，我打不过，因为我之前没怎么打过，我都是上学的时候 PSP 别人打、那他是真菜，他刚才不是谦虚，确实是菜。对，我真蛮恶龙。第一款怪猎，我说过我卡过水兽 P3 的水兽我都卡过、啊、水兽挺厉害的，我是真菜，我是真菜。所以就是第一款怪物猎人就是会卡前面的怪、我的第一款怪物猎人是 PRG 卡电，就那个奇怪龙，现在叫、然后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 VGame 那个怪猎不是要出来，对，登录 PC 了。他一开始没登录 PC， 然后登录 PC 了，然后我就发了，利用我的微博的薛微的影响力，我就发了一个微博，有没有人来玩怪猎的？哦，然后拢了，然后就拢了一个，加到了一个广西老哥，就是也是阿森纳球迷，然后就利用我的微博关系嘛，他就说我来带你。然后他就慢慢的教我怎么打，我一开始很多机制我都不知道，比如说这些。怎么开刃？怎么去啊？太刀啊！不是，他一开始尝试教我玩太刀，然后他让我后来说你这个新手比较适合玩双刀。我一开始上去玩，我玩是吗？盾斧是，我觉得现在公认的社区里是这么觉得。双刀最因为双刀有无损的硬的位移。对，我一开始玩的是斩斧和盾斧都玩不明白，就是而且特别容易死，就他收刀有点机制，就特别慢。然后他就慢慢的教我这个机制，然后。开始慢慢的建了一个群，是他的大学同学群，但然后我们就每天连麦打怪猎，就是在那个他那个大学同学都是广西人，我们那个麦里面就充满了广西味，就是那个普通话，但是后来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我结婚的时候还请他，请他过来的，就是那种关系，你不是社三了。学的就是快。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就是怪物猎人这话的话，大家不认，不是不把怪物猎人识别为 MMO， 但是我很早就觉得它有属性，就是这是我玩怪物猎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以前有点轴，就是我玩 3DS， 从 3DS 开始玩怪物猎人 ，3DS 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推网联，但是当时任天堂服务器特别他妈次。但是我当时刚来北京，我身边也没有人玩怪猎，然后我当时就很轴，我就觉得我得一定自己玩好，因为我当时玩 P3 卡水兽，我不笑话吗？对吧？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魔兽世界的猎人的体验，在怪物猎人里就真当猎人又重新来了一遍。你玩弓？就我觉得，对，我也玩了山弓，就是我觉得我玩的菜，我就不配去跟别人玩。我去北京了，我也不敢去线下，因为你要知道，掌机的线下氛围其实是非常非常融洽的，但我就不敢，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从来，对，从来不就世界就是你这种人嘛。对，所以说你发现我操，原来我才玩的好的。所以就包括真难听了，受不了。我是来集合，光哥小光才带我，我第一次真的跟人就那么玩怪猎，四个人面对面连接，我之前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觉得怪猎真的有一种，而且我是以前也玩魔兽世界玩家，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喜悦跟我，比如进五人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是真一样。然后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开始有这个念头，就是世界一出，我发现哦，怪物猎人厉害不止在卡普空金刚钻，还有四人狩猎的结构里带一个很弱的、若隐若现的 MMO 的人和人的那个关系，让人特别能留在那个游戏里。是，就哪怕我一个人玩了，就是对，你知道后来我特别高兴点，甚至就是我一个人玩怪猎的时候，我觉得这怪打熟了，我有一种高兴，是我可能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我能多做点事儿，就是这是 MMO 的那种人和人的连接感。我觉得世界有一个特别天才的设计叫调查任务，它这任务是随机的，
对，然后就是你会在语音里面沟通，你有一个什么任务，我有一个五子的任务，调查任务是好设计，对，我有一个五子的任务啊，有这我刷刷刷珠子什么的，这个东西的前身就是我入坑的四的那个作者做崩了，我很喜欢这个，但是但是世界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沟通起来吧，哎，我这个任务你接了，我们一起联机打，而且我打怪猎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我刚回坑的时候，3.0 那个版本炫辉龙开了，就大家。他那个因为人越来越多了，那个群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炫辉龙很垃圾啊，是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打得很高兴，是吧？因为有一个哥们儿他对机制特别熟啊，他上去之后我们但那个确实像网游，对，就是世界开始怪猎的设计里也有一些刚性机制多起来了，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炫辉龙和明赤龙都像网游，我甚至后来还有巴哈姆特，是吗？还有贝西摩斯，贝西摩斯我打了，但那个我单杀那个那个不像网游，就炫辉龙确实像网游，贝西摩斯能单杀的吗？是14的，我练没练呀，没办法呀，能单杀的，能，那你还是高手啊，太刀，他绝对高手，不是就练呗，就练，慢慢练，一遍一遍来。每个人进去就那哥们进去我们调侃他叫军队、军队来了啊，我们今天打渣渣灰了，然后他就进去什么扔个石头砸一下，他走到哪儿了，对，他后来飞到那个地方，这个在连串的后来就是怪猎的社区里就定定出来了。对百鬼夜行被百龙夜行有什么看法？那我们全是骂的因为当时我是 PS4 版的怪猎世界，然后我不想给索尼交网费，你就正所有你说的这一切，我是单打，我是 Xbox 吧，折磨死我了。我匹配了很多英语社区里的大哥，那确实打的也没有好。当时都是 PS4 对那几个哥们儿，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卡普空没自己意识到。我怎么提起这个头？我就想说是一个很葛的那个网络游戏，对，但他确实是网络游戏，对吧？我觉得我所以说我心目中对网络游戏这个类型有一种敬畏。后来你知道贝西摩斯的那个机制不是躲石头后面吗？那就是 FF14 原版机制。对，是我听说了。所以我一直觉得网络游戏触达了玩家对游戏需求的一部分很本质的东西。就是玩家大多数网络游戏玩家就是我觉得跟我差不多，就是对并不对游戏有多大需求。我是把这个视作游戏的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网络游戏有很多很 meta 的设计。所以就是我就特别沉迷。游戏有一部分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不用把它想太深入，沉迷人和人的关系，去想见更多的人。前段时间也有朋友问我，哎，国服回来了，11.0怎么样？我跟他说，他就是魔兽，他不管变成多少点零，他就只是魔兽，他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他有新的东西，但你要想玩的话，回来玩的还是你看得很透彻，之前那种感觉。我觉得说挺好，前提是我没玩过。我玩了，我发现不对，不是那个逼样。这大秘境真是，他是你们眼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是？对，是。你玩啥的来着？术士被削了以后，我转惩戒骑。你看看，就玩、这个。我现在已经开了俩门的十层，就是我现在只跟乃德聊天。你看，我就是乃德数值加强了。而且我觉得网游对人一个人的性格在这个关系里面映衬，我觉得特有。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中性的，它会强化一个人情绪和想法上的一些坏的东西，也会强化一个人就是想法里好的。确实是，对对，就是它会极化你的很多想法，这个是我觉得网游的一个特点。网游会暴露人的本性，经常我都感觉。他会把一些都暴露了吗？对啊，是啊，有点啊。对，我就是那种不认真玩和事佬的。那刚才录之前谁问我说什么时候想回再玩，我就肯定很悲观的认为我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去玩了。必须拿枪指你，打下大秘境，让你感受一下。那不去，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有两个点，一我特别讨厌那些特别先进的东西，就是把所有事都给你整明明白白的，特别清楚。哦，这都往下放了，你放心，11.0没了，满足你，没有任何闲言的恶心自己那种。今天最高频的词汇大明星，对，脑瓜疼。但听你的意思也不是好东西，反正不是好东西，确实。但是你要的那个可能有，对，就是特别匹配你的那个网游价值观的。二的话呢，我就是特别怕，我现在就是我感觉我这辈子可能也就再有一两个游戏。我愿意这样了吧，我得谨慎选择，我没有别的，网游不会有别的，不是网游，就是谨慎选择人生，也许比如说哪一天我又开始想练街霸了，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或者是啊，那都不耽误，想玩什么一个卡牌游戏了，就是说那种投入几千个上万，因为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吧，我不想你进去然后之后吧，然后又不好好玩啊，你还是玩一下吧，我特别希望你是那种真的会让自己好好玩，我特别希望国服的绝活盗贼在集合网，我觉得贼他妈是对真的真的你玩一下，我看一下这16层的盗贼龙马打了，我操，天天他妈吹，真的 WCL 啊，你一定得有集合网龙马 NG 版头去，对啊，多牛逼啊，我操，而且我觉得你能行，对，就得这样。其实龙马这种就是如果我要玩我就真的好好玩，就想好好玩，街霸不玩，
玩的话我就得赢。嗯，对，不练你玩它干嘛呀？但我觉得大命治这个。是是吗？是吗？不是不是，我觉得真我已经好了，真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大秘境是这种情况，你玩的好，确实你是可以拯救团队，哦、但是你的团队真的玩不好，你是玩不好的。对、哦，就是特别是这种、哦、说自己你自己，这其实是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就是如果你的队友你别说还真是这样，你的很恐怖，你的队友能配合你，你就是你要是玩的好，他你能拯救了团队，因为很多情况下大秘境是绝活哥更绝活，就是因为你的队友特厉害，就。当大秘境有很多情况是你的队友真的是竭尽全力的时候你能拯救他们，但你很多情况是你队友不知道在干嘛，你打得再好照样不行。不是，我也不是说真觉得自己玩多好，或者说要叫什么，就是说我就是想说就是好好玩这个事儿挺累的。对啊，是我理解这意思，网络游戏就是好好玩挺累的、嗯、是我承认这个。所以我想说我现在聊的时候更肯定网络游戏那个，就是那天我们录音笔到最后我说网络游戏对于我们这代来说是就是一个给一个由头聊鸡毛蒜皮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特好的。就网游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对，就是 FF 十四弥补不了这个缺点。嗯 ，FF 十四有难度，对，但是那不是一回事儿。嗯，虽然吉田想尝试大家就你们说的那些，吉田老说，哎，我们要让休闲的玩家也能玩到这一套。然后吉田就他说那些东西，他说一套做一套，首先他说的都是放屁。我跟你说，那你可以说，说完你还自己剪，你自己想。我是希望就是我个人的倾向就是网游确实可以变成，你还如果你还玩网游的话，你会很特殊，很幸运有一个额外的话佐料，让你跟身边很熟的人聊一聊，还能聚在一起。这正面的看、嗯，我觉得至少。在我那段时间我的这个有是有代偿，是对人生是有好处的、嗯、是啊。那如果比如说那段时间我在社会生活中然后遇到了很多挫折、嗯、然后也没有网络游戏这个东西，这个可能会产生更负面的这个不好的效果、嗯、就从此我就跟社会隔绝了。嗯，就网络游戏其实里边你会知道也是真实的人嘛，电子游戏旧世界，只不过他们是比如说就在网络上不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会对人没有产生什么，对人类这个事儿本身没有产生什么太负面的，就觉得人都不行，我不想跟人家接触了、嗯、对。但就是如果没有当时没有这个网络游戏的话、嗯、哦，我会觉得说，哎，我操，社会怎么这样啊？就有一种是，会产生一种特别对。你们是怎么看待就是网游认识的朋友这事儿的？就是他跟普通朋友的区别，挺好的，随缘分，对，挺好。就是有的就是一开始我不就说是我认识零零后的一个途径嘛？我真不是开玩笑，就是认识零零后干啥呀？该认识。我觉得这种途径没有必要。人间观察，我觉得什么专业来着？文化产业方面，对，你看他就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你发现没有？哦、是他督促自己要了解比他更年轻的人。我跟你正相反，我是那种在不想认识的情况下认识太多零零后，我就希望我少认识。哦，那不是，不然我不至于知道什么叫不设三这种词儿。不是学到了，我觉得这词儿挺好的。学到了，我也跟他玩儿14去吧，我也都学到了。14试图是啊是啊，如果不玩 FF 很多词儿我都不。嗯，不会学会，而且很多那种方式，他们就现在很多人说 FF 十四的社区变差了，老是动不动就挂人。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他们一种糟粕嘛，对吧？是糟粕。嗯、但是玩 DOTA 的时候，在 DOTA 8也挂人，比较独特的游戏挂人，比较独特的处理方式。就是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的事写到一个小作文，然后挂到一些论坛上，对，差不多抽奖，这不是为。然后 QQ 空间魔兽不更多，这不就应该这样吗？这就一直有，该咋地了？你要是干了值得被挂的事，那就得挂嘛。对，但很多时候经常是属于自挂，还厕所自挂都难知，厕所就厕所这件事也是 FF。其实大家那个厕所这事好像就是这个聊厕所的事儿，这个群体出来的。但我觉得整个粉圈都有，也算是招，厕是一个名词，就是这粉圈这粉圈环境也很像。匿名吐槽，你们那天遇到个谁谁谁，真是傻逼，就是那种。但是测不是。那以前逛 AJ 不就看这些吗？是树洞啥的，就是哪个。所以说不是新东西。哪个会长跑路了？对于网游来说，不是谁是 A 了钱了，然后什么就到处找这个人啊。嗯、然后魔兽里还有摆尸体啊。但是你不觉得你认识的这种对于这个群体的人，大家一起在一个群里面吃这个瓜，我觉得也是。跟他们相处的一种方式是、啊、就是这样的、嗯、这是网游，所以我觉得集合聊网游真的聊的不太少，就是我在我心目中网游是非常严肃非常深奥的东西，玩网游的人太多，聊的又太少，嗯，就是没有严肃的，我一直认为就是网游的设计，网游没设计明白导致的，比如说社区的关系，就这些东西因为吧很深刻，这个事儿就玩游戏本来比如说应该请教刘老师，精通一个类型，嗯，就已经很花时间了，嗯，如果说一个人精通 MMO、嗯，不是人生，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人生太宝贵，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聊一个网游的游玩设计，那个东西说实话你也没有能力聊，你没有资格聊，嗯，
就是说网游形成的给人的那种体验，给人形成那种故事，就是有，我觉得有很多事儿是很值得聊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包括我自己发现，我玩什么网游，都主动或者被动选职业，就自己的主职都是奶妈这件事儿。我发现我是一个很圣母的人，而且说到底就是他前面节目不都问过你吗？你没参加那个，我没参加那个节目。而且其实你就错过了一个，你在一个魔兽世界的范式里，魔兽世界前网游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非职业，无职业设计，无职业，然后熟练度设计，也有职业吧？不是，就是最早的时候完全没有职业，有你的战士、法师、道士，不是，那所以说传奇是这个范式的末期。哦，是吗？对啊，在他之前都没职业的吗？网络创世纪有职业吗 ？RuneScape 有职业吗？没有职业，你用你的熟练度定义你自己，就是所以说这挺好。哎，这挺有意思，听起来很先进。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其实说实话，把网游当做一个严肃游戏聊的太少了，又学回旋，是新，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聊。因为网游不是一个，你看我们集合录节目最缺的东西是什么？是画佐料，对吧？网游嘛，你不聊为什么？因为玩一个网游成本太高了。是的，对。就是你没办法说这几个都玩过，有几个像我这种没正事的，从小玩网游。像我们当年那真是，就是网游这个事儿吧，就是一生只能爱一个。对我初中我在接触我在正式玩魔兽之前，我在飞飞里面卖魔兽的点卡。飞飞，对，网易以前的，对。正好接上我刚才被打断的那个，我问我那个哥们儿，他那个国服没有了，问他玩 FF14，他就说了这句话一生只能爱一个。我可能是网游玩太多了，因为爱太累了。对，爱太伤了。他说我现在玩魔兽都没有以前那么大强度了。他当我说那国服停了你什么感想？他说爱干啥干啥吧。对，就这种。而且他还有个副游，他副游是 DNF。对啊，你看 DNF 的范式特别的。对，我当时就经常说他这辈子有的就是类似这种话。 DNF 代表了韩国网游对游戏设计一个贡献，就是出门即副本的整个逻辑，这个是 DNF 跑得非常通的。对，就是这种会改变很多事。后来我想起一个手机游戏，就特别早的手机游戏，我现在还我手机里还有，偶尔还会打开就是那个部落冲突但是就是另一种了。我不聊那游戏啊，就我就一直到就我玩那个也他妈是个强度逼。对，那个游戏挺强度的呀，加一公会，天天它是 SLG 的底子，它是UE啊，所以你非常懂UE在玩什么。然后把那个打那个游戏的那个录像，那个拿那个剪下来，然后互相分享，然后发到那个论坛上，然后那个就是互相对。我突然想，罗马适合玩干报废，这边不是不是，他要的不是那个东西 ，Relink 了，我玩了呀。玩了呀，所以说不是一个东西，你没听吗？对吧？所以你还是批判二次元事，让他少玩就对了。批判行，还是得射三是吧？对，还是得射三。所以最后我觉得吧，龙马一开始说他这个在现实中去找点代糖，所以去游戏里找。但是现在我玩网游的体验更接近一种，我需要在现实中找点逃避来逃避一下网络世界的。我有点你也太过分了点，因为元宇宙时代就是这样。因为确实跟我工作有关系，因为大家嘲笑元宇宙这么长时间，但我觉得在现实中 MMO 是最接近元宇宙的一个东西。是啊，对，我当时二二年进入 FF14 这个世界的一个动机就是元宇宙。所以你知道真的你考察元宇宙来了。对啊，我就什么忘人混进公司的，这我当时混进来了。当时我们的圈里听到元宇宙的那个所有的人哈哈一笑，对，就对于所有元宇宙所有的描述和想象，因为一里这些老逼听到元宇宙的东西，说这不都你妈了玩的他妈十年。我们这里不仅元宇宙，我们这真宇宙，对，我们贼他妈真，都吃 KFC 了，KFC 是不是让吃嘴里了？真不真？操你大爷！我说饿了。对啊，行，哎，我觉得以后真的可以，我们要是缺片段化节目，就是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他们玩的都太杂了，唯一能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是 MMO， 这时候又能凸显 MMO 那个能把人聚起来，一生爱一个嘛，对，聚起来那个，大家爱都同一个嘛。行，这牛逼了啊！你看，这期就先聊到这儿，聊这儿吧。行。以后再看有没有别的。行，也可以那个单分某个游戏的，你们如果能没，我觉得聊的话，对。我觉得你们《最终幻想十四》还是适合对，且说呢，我跟你说，就想说就且说，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就这点光荣事迹了。单开一期骂大秘境，那可以。哎，骂几期都不够。我从大秘境一直玩到现在，就是刚出大秘境，就在你是真的对，就在你的声音中再见吧，我这怕了，拜拜。
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本质。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翔海演播，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